高委会现在出席人十人与主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9年3月9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1时34分，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周委员、村民等12人，列席委员叶伟、玉兰等21人，列席官员立法院秘书长林志佳等人，主席李召集委员桂敏。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决定确定；二、邀请立法院秘书长报告本院因应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及执行成效，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委员周文春等13人提出质询，委员郑运鹏、洪孟凯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五案决议均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好，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首先是我们监察院秘书长傅孟荣秘书长，接着是我们刘文士刘副秘书长，王真华业务处处长，郑训浩调查处处长，陈美妍公职人员申报处处长，连月荣秘书处处长，汪玲玲综合业务处处长，柯敏金人事室主任，魏嘉申内政族群委员会主任秘书，林明辉人权保障委员会执行秘书，林慧美海法规研究委员会执行秘书。然后我们现场的委员有我们吴玉琴委员，还有我们吴一丁委员。好，今天排定的议程是邀请监察院秘书长列席说明立法计划，并被质询。现在请副秘书长进行报告，发言时间5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及各位委员，大家好。今天本人很荣幸受邀到这个来报告本院的这个立法计划，请各位委员来指教。我们首先说明的就是说，检察院依照宪法第90条、第97条及宪法增修条文第7条第一项的规定，检察院为国家最高的检察机关，行使弹劾纠举审计，并得提出纠正案。再依宪法第102条规定，本院的组织以法律定之。依照这些规定呢，我们经过贵院审议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有检察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院各委员的组织法及检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那最近说，为了使本院成为完全合乎巴黎原则之国家人权机构，贵院在108年12月10日三读通过检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的注定案，以及检察院组织法以及检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这个已经经过总统在109年1月8日公布。那为因应设置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利该会在第六届，也就是109年8月1日第六届监察委员就职后能顺利运作顺畅，那本院也已成立一个专案小组，继续展开各项的这个筹备工作。那此外，有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政治献金法及游说法等等的阳光法案，虽然本院不是一个法律的主管机关，但是就是执行机关，所以我们在执行这个问题或是有一些意见，都提供给主管机关作为修法的参考。那以下我就简单的就检察院立法的计划情形，这四个法以及我们那个阳光四法的一个情形做一个报告。检察法是我们行使职权最重要的法律，那因为涉及到检察委员的弹劾纠集以及纠正的那个职权的行使，有关于实体以及程序的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对于检察法的一些的修正啦，或是说这一些执行，都要经过全体委员会充分讨论，达到最大共识为原则。那最近因为因应国家人权委员的设立及本院的业务的实际运作，我们正在研修检察法的这个诉请。那因为这一个依照规案注定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的时候有附带决议，要本院在半年内配套修正检察法，函送规案审议。因此，我们已经这筹备工作的小组积极研修这个检察法的部分条文修正的草案，打算在四月份提报我们本院的法规研究委员会审议。在五月份的时候，再经过院内这个讨论通过后，送到国院来审议哈，就是我们的那个检察法的一个修正的情形。至于检察院组织法，是因为这个因应这个国家人权委员的设立，那刚才报告过了，在民国109年的一月八号总统。公布了这个修正的几个条文，那接下来配套要检讨修正相关的一些法规，就是叫主法规的部分。那第三个要报告的是检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也是因应这一次的那个国家人权委员的设立，我们也修正了这个各委员会组织法。那当然几个条文也都是配合这个法源的依据，然后是调整各委员会的组成原额的。部分都修正在这一个各委员会组织法，那配套的法规我们也要再检讨修正。那第四个报告的就是国家人权委员的组织法，这个是新的一个组织法哈。那原则上就是驻委员十人哈，由院长及9位监察委员兼任，主要处理的项目包括涉及酷刑、侵害人权及各种刑事歧视的这个案件呐、啊，对政府机关提出建议报告啦、啊，推动这个国际人权文书的国内化等等的事项哈。我们下面有设三个组哈，一个是研究企划，一个访查作业。一个是交易交流，这三个组来推动这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加紧的来进行相关法规以及制度的研修工作，以便于第六届监察委员就任的时候能够顺利运作。那接下来报告的是阳光司法，阳光司法刚才讲过了，就是主管机关是内政部跟法务部等机关，我们是执行机关哦。有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这个部分哦，这个贵院建议修正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资料审核及查核办法等等，都是在这个会前办理了哈。那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违避法及政治现金法的这个修正也是通过的，但是我们也是配合在办理当中的哈。至于这一个有关于要配合会前发布或修正的那个法规呢，已经都比如说政治现金会计报告书的公开查阅办法啦，政治现金查核准则修正草案啦，以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施行细则等等，都已经有的是会前发布，有的正在会前当中有的已经公布施行。那最后结语就是说，本人在此很感谢贵院长久以来对本院的支持与肯定，并赋予本院诸多宪法职权以外的组长业务。那贵院与本院一向积极促进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助力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正义哈，社会公义，期盼未来能够共同这个努力迈向法治健全的民主法治国家，建立更良善的这个社会。以上简单的报告，谢谢，敬请指教。好，副秘书长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要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的时间是6分钟，并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在质询前，我们再补介绍一下我们本会委员赖香伶赖委员。好，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玉琴吴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想今天是本
届哈，第一次对监察院这边的一个算是一个业务的报告跟质询哈，所以待会有蛮多，因为我也不是这个领域的哈，我是原来从社会福利的系统啊，那今天有机会能够来跟监察院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哦，其实待会要跟副秘书长这边多请教有关特别是国家人权这个组织法的一个议题啊、哦，那因为这个是在今年去年十二月十号通过，今年一月八号公布嘛哈，但是它有一个授权啊，我先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有个授权就是监察院来公布这个实施日期，那请问一下现在确定的公布预计什么时候要公布实施？这个副秘书长，好，报告委员哈，本来这个。我们检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这个组织法通过之后，我们立即来做这些筹备的工作。那我们是看这一个筹备的那个进度的情形，原来是规划在我们原始的规划是在五月一号能够生效了哈。但是因为可能考虑到许诸多的问题，因为五月一号生效。总统这个新任总统是五月二十号就职哈、嗯，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第一个我们要看我们筹划的筹备的情形哦，第二个跟总统提名新的监察委员的进度种种考虑，所以原则上虽然定这个时间，但是可能的确定日期呀、啊。还在思考当中哈、哦，这可能要互相的这个配合，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情形是，那个要看总统提名的这个监察委员的建议。因为现在总统府已经在征求各社团的一些推荐名单，所以昨天已经大概截止等那个推荐嘛，所以这阵子大家其实都已经在忙着推荐这个监察委员的人选啊。那我特别关注的应该是所谓的这个人权的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这边啊，刚刚的报告里面有十个人，可是事实上有七个人。应该是专门常设，算是常设的监察委员，然后在那边，其他一位是院长，那其他两位是其他监委来轮调，我的理解没错嘛？哈，因为法是这样写的哦，所以不是固定的那十个人嘛？哈，有两个人是会每年这个来换的哦。那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国家人权的一个委员会的组织，到底在？未来监察院的这个是旧架构了哈，那在未来的新架构，它会是在跟常设委员会、跟特种委员会，还有跟特种委员会又不太一样的哈。过去你的人权保障委员会是在特种哈，那现在它又独立成一个组织，有特别的组织法，那它会位在哪样的一个组织架构下呢？好。我们那图太小了，下次真的要给我们的官员真的要有一些资料可看，不然真的看不到。好，报告委员哦，这个我们因为依照检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组织法规定，它是一个特种委员会哈、哦。是。那这个特种委员的组织架构跟现在我们常设委员会，我们常设委员会是根据各委员会组织法来定的。委员会，这是叫做常设委员会，它两个是平行的，地位是平行的。至于刚才委员提到的人权保障委员会，那当时是一种任务编组，它是一种其他的特种委员会，是在其他特种委员会下面这个地方。但是如果将来国家人权委员会正式成为一个法定的委员会的话，那我们将来是人权保障委员会这个任务编组就消失了，然后、就变成常设的，跟常设平行那个委員會，跟常设平行在，但是它是一个特种委员会，也是特种委员会的定位，好，那它的差异会在跟过去的这个特种委员会的这个，因为当时用的是人权保障委员会的设置办法嘛，它的差异性，我看起来是增加非常多的人事的一个增设，然后让它能够顺利的运转有关人权的议题。是这样吗？因为以前就是任务编组了，任务编组是我们那个外侨，所以没有特别的人事的编制，对不对？它只是一个任务编组的性质，就在推动这些人权方面，还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组织架构之前，推动人权工作的先办的业务了。是。那现在成长寿，当时的效果如何？那当然没有专职的人力，没有办法。当时调查权。调查权还是有啦，可是都是兼办啦，
哎，这个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建材院的组织职权的运作是很多外界不是很了解。那关于人权的议题也好，一般的案件也好，都属于我们建察委员职权行使的这个范围。所以我们建察院监察委员在执行这个监察案件的时候，是不关人权或非人权，都是一样在做进行的调查啦、啊，什么工作都是做。然后最后呢，有一些的案子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分类说，说哦，这些案子是涉及人权呐、啊嗯，怎么样的事情。但是呢，所有的案子在我们正式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之前，所有的案子只是做一个分类而已、哦、是可是未来有专责的这个算是组织的时候，又有专责的人力，我相信希望我们的国家人权的一个保障或是相关的这个权益、哦、可以更有应该是更提升而且更有效率啦、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大家的期待、哦、因为希望人权的议题是普世的价值，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监察院交给监察院、哦、就是希望他能够做好这个所有的这个人权的议题，那我们对他期望很高、哦、不然不会成立这样一个专责的机构、哦、但是我下一页就是有关宣导的部分、哦、这个是我们有关司法院对劳动事件法这个通过之后他就有相关的宣导，可是我们上你们的网站对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相关宣导或者是说明好像看不到、欸這個、还是因为还没有讨论好，所以还没有往上把它公告出来。在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如果说职权运作，然后是说什么法规等等，或是说这一次要对外界来宣布的话，我们都会宣导，但是这个还在筹备当 中，但是那个法条有关的那个规定我们都上网公告，所以也就是会在你要公布实施之后所有的资料就要上网了，有关于可以公开我们都要让外界知道，法律当然没问题，都会早就公开了，可是你因为要公告实施啊，所以相关的议题是要等你公告实施之后才会上去吗？对啊，像现在还在筹备，还没有定案、啊、所以当时在这阵子在推荐那个这个所谓人权纤维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问说到底那是什么，那是要怎么样推荐哈，我们大家都很多人都在跟我们问，我们也只能从法规上说。对，因为这一次哦，这个人权专长的委员这一次修法的时候纳进去的哈、哦，哎，社团在那个第我知道第三条之一的第七款，哎，这诸葛是新的，是，但是他因为文字上用语就是这样哦，稍微说明一下，对人权议题，我知道这个及保护有专门研究贡献自由生意或具有以促进以保障人权有关的公民团体实务经验者哦，像这一个。当然这个是有关于人权议题方面的经验的、哦、这个要总统在提名的时候要有所考虑，所以总统对于这一次所谓的人权方面的范畴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界定、哦、那当然我们会提供我们实务上涉及人权的那个资料，现在我补充说明、哦、所以您这边会再提供给总统有关这个人选或资格，当然我们有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哦、或是我们的统计资料，然后是我们那个指标，我们会提供府方来做一个参考的。好，谢谢。那吴秘书长，我再请教，就是未来这些人权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兼具有所谓的弹劾权、纠举权跟这个纠正权嘛？哈、欸，那当然，因为他是监委嘛。政委嘛，好，我再厘清。好，下一页啊、哦。那我们在谈有关，就是因为有一个你们的统计表哈、哦，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资料，除了弹劾、纠集纠正之外、哦、你们有一个叫做函请各机关改善案，那个案量还蛮大的哈，那这个案量这么大，那给地方给各县市或是所谓的各行政单位，到底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纠正吗？是各向委员来说明、哦、就是说我们依照监察院办理纠正案件注意事项第15点的规定，如果我们去调查之后的调查报告啊，或是委托调查的文件等等，认为有送请有关机关注意或参考改善的必要者，得做成决议送请有关机关来办理。所以我们遇到这个调查结果，他们讨论认为情节尚非重大、哦、而不必提纠正之前、哦、还不到纠正的程度，还没有纠正之前，但是这个为数还是需要他改善，是，那如果他们不改善呢？那如果他不改善呢？那我们会
追踪到他改善为止，为止，我们那个，所以可以历久弥新。他会根据我们的纠正案或是函请改善案的文，他会提出改善的结果出来，向我们监察院来说明。那我们监察院就会根据这一个来提委员会报告，看委员同不同意他改善的情形。对不起，还有最后一张哈，这一张是我们去年监察院的一个报告哈，也是一个新闻稿，谈到8月17号有提到啊，对于劳动部的职聘中心职能不彰，引进外劳的比例这个偏低啊，还有这个提供就业转换资讯不足，还有非法中介向外劳啊申的这个收取所谓的买工费了哈，那这个你们也函请劳动部改善了哈，那请问改善的情况如何，以及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做到什么程度？那个是我也在立法院监督他们，可是他们效果很差。我们委员会通过的这个调查报告，有关于这个缺数的部分，我们都请劳动部及有关的单位去改善。那劳动部他当然会根据我们函请改善的文哈，来做来给你们报告，然后我们那个。是那个意见会再迁提我们的委员来讨论了哈，我们的委员如果说同意他改善的这种程度，是，那我们就会说结束。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继续去追。秘书长说，我这个案子在立法院追了两年了，效果不彰，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也要监察院一起来帮忙，因为我也是很努力的在预算的冻结上面，还有的执行上面都一直在监督，可是效果很差。所以下午我接下来还是会问劳动部。但是这个效果就是，我希望我们监察跟立法院可以一起来对这个好执行不力或是执行有问题的一些问题这个行为哈，我们来持续一起来帮一起来监督好吗？好，我们会注意。好，谢谢主席，谢谢吴委员，请林委员贵名发言。好，谢谢主席。副院长，那个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切入主题哦。就关于监察院的存废啊，跟未来，其实我想，国人都非常非常关心啊。甚至，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有监察院的这个立法计划的这个会议，但是昨天呢，那个执政党他还特别抢在今天开会之前，举办了一个这个座谈会啊。那我想，他之所以会举办这个座谈会的原因，不外乎就是说，希望听听看，民间学者专家，邀请民间学者专家的意见。秘书长，您对于会议里面所提出来的这个意见，您也赞同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秘书长您是法律人啊，尤其在担任过很多的各部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职务。秘书长您还是我需要把他的摘要给您，还是您知道昨天的座谈会的结论？好，这个报告委员，其实那个座谈会的议题我有看过哈，我是派我们王处长主管业务的王处长去参加。不过我大概有看到那个新闻稿里面说提到的事情，那基本上哈，监察委员的提名哈是总统的职权。那因为监察委员的资格一共有七款，除了刚才讨论到的以人权为背景的委员以外，其他各款有民意代表或是说检任的职务，什么法官啊，或是说公务员啊，或是专业职业的人员哦，这个资格都很完备的啦齁。那当然这个职权的这个行使是根据这个法律而来，我们主要的职权是在于纠正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啦齁，还有一些的监督的事项，像财产申报那个属于执行业务。所以我是想说齁，我们在讨论这些监察委员的资格，当然以执行业务最专精的人是为准，但是这个思维这个资格，我想除了说定的条文很清楚的，比如说他要检任官十年以上，或是说专业职业十年。容许我，因为我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不好意思打岔。那个是不是可以简单讲，其实你对于昨天的结论您并不完全赞同，并不完全赞同，也就是说你认为说他，因为你也是法律人嘛，所以您认为说他跟现行法的，不管是宪法也好，因为总统提名您刚刚也提到了，他有一些的
差异啊，所以您认为就是说，昨天的虽然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但是因为跟现行法制上面来讲，它并不符合啊。那我想请教那个秘书长，如果我们把它修正呢、啊？好，如果我们把它修正成现在投影片上面写的啊，它还是总统提名啊，它还是总统提名，它只是变成就是说参酌昨天钟嘉宾钟委员还有执政党的委员的意见。如果我们讲说他是以立法院以全院会的特别决议，因为他讲到是要他想要成立的是这个所谓的监察委员审查会嘛，但这个会议呢，他只是推荐给总统，他并不是说由他来提名的话，这个能不能够解决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啊，总统提名之后呢，依然还是由立法院以全院会特别决议同意任命，这个是不是就解决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跟法律冲突的这个一个方式？这个您赞同吗？我不认为是程序哈、会有问题的哈、好，因为依照我刚才跟委员报告的监察委员产生的资格，一共有七款了哈。那最后的第七款是它的条文特比较特殊了哈，可能委员是认为说所有的委员都要全民共事，然后推举又是不是不是，我只是在因为现在一直以来执政党就觉得就是说监察院该废。那之所以没有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宪法上面现在是五权分立嘛。那我只是想说，哎，有没有一个中间值？有一个中间值是它符合我们现行法律的规定，但是它也同时能够兼顾到民意的部分，所以我才做了一点小小的变动，是根据昨天的钟委员他们提出来的内容呢，但是去把你法律上面，我也看到法律的规定，所以秘书长您说的的确是没有错了。所以我们在讲说他的这个审议委员会呢，他并不是真正的直接提名，他还是只是举荐给总统啊，他就符合这个现行法的规定，当然他也必须要不能够剥夺立法院的同意权啊，所以我们再把它摆在后面。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提起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外乎就是说外界始终质疑啊，监察院是变成一个政治酬庸的一个单位，也就是说所有人是把做政治的从业把它摆在监察院里面。那如果要破解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监察院也会考虑一下，就是说纳入考量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是不是有一个变通的一个机制呢？它是能够避免，就像秘书长刚刚前面提到，还有很多学者专家也认为的，就是说不能够让执政党独大。也就是说所有东西是执政党决定了之后呢，这个人员出来，所以他让监察院原来设计五权分立上面的功能呢不存在。那当然呢，在这个会议里面呢如果另外一个方式了哈，这个只是说从他们的角度，然后再跟法律的依据去做辩论。另外一个方式是讲说，好，我们毕竟监察院是要替全民监督嘛，替全民监督，那避免一党独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政治酬庸的工具，另外一个方式是不是说是按照政党的比例来推荐这个总统提名，它还是一样是总统提名。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的小党，那这些的小党呢，它也有机会它不会完全的被排除在这个监察院的这个名单之外。所以这个是不是秘书长，你也认为这个方式呢也是可行的一个方式？报告委员这个所谓先讲政党比例的问题一般政党比例都是民意机关、民意代表产生才有所谓政党比例的问题那我们监察委员不是民意代表所以已经丧失民意代表的这个身份所以一般来讲不是考虑到政党比例，这是首先说明的第二个说明的就是说，因为总统提名监察委员一定要送到贵院来审查嘛来讨论通过才可以嘛那如果说委员认为说要多数民意或是多数众议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们的那个通过的门槛要怎么设计，这个我们当然没有意见，这要看法律的规定。所以属于这一个同意这一个通过的这个程序啦等等，
不念都没有意见啊，门槛定的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意见，但是这是法律规定的事项。谢谢秘书长。所以简单来讲，在第二个方式里面的话，原则上面来讲，你认为是不是按政党比例呢？他应该排除掉，他应该由社会的公正的人士啊，由社会公正人士。但至于本院的行使同意权的部分呢，这个是立法院可能要考量，他能不能够充分的，而不是以多数决，因为多数决的话，可能会变成就是一党独大的一个情况之下，间接的去控制的监察院的人选。好，那这个就回到另外一个座谈会里面的另外一个意见，就是说，既然是要社会公正人士啊，那这个社会公正人士呢，是不是应该把他排除到过去的十年其实并没有参与任何的政治的这个活动在里面？关于这一点，秘书长你怎么看？这个我想我一直都了解说，那个委员可能是那个第七款，因为只有第七款有公民团体推荐这些字样，其他前面六款是没有了哈。当然，总统是要提名某某人当监察委员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会多方的去考量了哈。是。那当然，这个公民团体或人权团体，谢谢秘书长，我大概懂您的意思，但是因为只剩下几分钟了，那我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面来看的时候，因为最大的问题，大家想废的原因就是说，当现在的执政党他是在野党的时候，他就认为说你是这个执政党控制，所以他的公正性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始终会有在野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产生了，所以才会有这些的问题产生。那我要请教的一个就是说，那个秘书长，您知道就您现在监察院里面的委员有多少人愿意留任吗？有意愿留任，当然不是他自己决定嘛，对不对？是总统提名，但是有多少的委员有留任的意愿？跟委员报告哦，我不需要知道谁，这个不是很精确的数字了哈，就是说我知道大概十多位啦，十多位都愿意要，大概有这种意愿，都十多位都有，是新任的还是是就说是第五届的新的委员还是？这个都有都有都有哈，对，这个会回到就是其实很重要一点，传承经验的传承，经验的传承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每一次一批的新的人上来之后，他又有任期，然后他前面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那就会有问题。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提问题再拜托那秘书长回答，就是说这个大家对于监察院之所以要讲存废的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在于就是监察权跟司法权呐、到底是有没有干戈？就是监察权凌驾到司法权之上吗？我们就讲说，以这个陈思梦的这个争议的来看的话，就是外界的批评会认为说，司法已经做了一个裁判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监察院要去干预，那对于这个五权分立上面来讲，它其实是一个伤害啊、那秘书长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子能够你们内部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怎么看呢？报告委员，其实那个这个事件的发生之前，那我们当然在实务上就碰到这种事情有争议，大概几十年来都会碰到了哈。这几十年来都会碰到，都会碰到。但是所以的确是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就是大家互相协调哈。因为对于审判核心，当然我们不会去碰触这个问题。那但是我们又可以监督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那刑事跟那个行政哈、是本来都是各有所属哈、就各自主管的事项嘛。那秘书长，那您是跟谁沟通呢？是院里面沟通，还是说去跟别的单位司法院沟通？跟委员报告，我们跟司法院都有联系，我们副秘书长跟他们的副秘书长都有一个联络窗口，在需要调卷啊，或是需要做什么协助，我们都会互相沟通。何况我们的《检察法施行细则》第27条的第二项，对于这个职权的行使都有一个规定的哦，对于这个承办人员，对于这个重大的贪渎啦，或是说那个侵害人权，我们都是可以调查的哈。那原则上，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正在进行，我们这原则上是不去调查啦。但是有这种贪渎啦，或是这些重大的侵害人权，那当然就不能说不去调查。那这个案子，所以中间有一个
一个界限在的。是，那这个案子因为时间到哈，所以那这个案子是不是拜托也跟我们说明一下监察院的态度，好不好？书面回复，谢谢您。好，书面好。是，谢谢李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吴怡丁吴委员。谢谢主席。秘书长早。我想请问一下，我在看每个院的时候，因为我是新手，我第一个看的就是他们的网站。那我进了网站的时候，我有一点被你们的英文名字吓一跳，叫做 Control 院。我知道我们是监察，不是控制。那我翻了一下那个109年的预算，你们派了9位人员去参加一个国际的监察组织。我想请问一下，在座有去参加过这个会议的，可以举个手吗？我想请问一下，你去的时候自我介绍自己的单位是介绍 Control 院吗？有没有觉得很尴尬？跟委员报告，那其实在国际监察组织的部分，对于监察院是蛮熟悉的。对，因为我们的职权以及我们行使的绩效都有一定的程度的让社会让国际然后了解，他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有像我们这样的职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向，所以并不会说有特别，因为我们已经有加入这个会议也长达从民国83年到现在。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五权分离，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比其他国家还要早一步的。只是我有点被我们的英文名字吓到，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好久好久以前立的啦。我只是提出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像国际监察组织请坐，国际监察组织它就叫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ion， 所以我们看了一下，你看一下我们前后左右的国家，他们大部分用的名字，他们那个部会的名字也都是叫 Ombudsman。那既然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在英文名字上的调整，因为让其他不是在这个职权，就是其他国家不是在这个职权的人，至少他们看到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这个机关在做什么。那除了这个 Ombudsman 的话，像因为我们行政院是用 Executive 院，然后立法院是用 Legislative 院，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学日本它的监察的机关是用 Administrative， 就是跟我们其他行政院立法院比较相关，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纳入考虑。就简单的，如果以后有机会改的话，至少我们去跟别的国家其他部会介绍的时候，他们会比较了解我们这个单位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接下来也是跟刚刚吴玉琴委员提到的有关，就是对于其他部会的监督成效。那我好奇的是，在预算法里面第70条，我们有解释，就是说除非是因为事实需要，或者是增加业务量，或者是正式临时的需要，不然的话不应该动用我们的第二预备金。那可是我们看到呢，在107年度里面的报告，全序部就连续3年用公务人员退休抚恤给付所需经费不敷，这个是有连续3年来动用了第二预备金。然后法务部呢，也连续2年用同一个缘由，叫做办理奖励民众检举毒品犯罪案件奖励金所需经费不敷，连续2年用了这个缘由来动用第二预备金。那经济部也是一样，它的标准检验局的也是连续2年用了办理电度表检定业务所需经费不敷，这其实很明显，这些东西不应该动用第二预备金。那他们动用第二预备金的话，就变成是说，他不用先就可以先斩后奏了嘛？那我想请问一下，这应该是要编公务预算的，而不是一直动用第二预备金下去。我想请问秘书长，你们的督效的成效大概是怎么样？报告委员
因为这一个是我们审计部所主管的审计业务哈，他如果说在那一个会计啊，就是主计方面有缺失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审计部会提出来哈。然后这个审计部如果调查结果认为要送到我们院里面来，哦，这个讨论要调查要做什么动作的时候，他们会提出报告上来。所以术后有审计的这个制度。那我们审计部的审计是很严谨的哈，如果说有这些的问题哦，假设说有问题啦哈，那我们审计部在术后审计这些会计支出或是动用支出的时候，他们会提出这个检讨或是报告出来。所以这个有送到院内的吗？有调查报告。好，听我们同仁讲说有关于这方面的调查报告，有调查案，所以现在成效知道如何吗？这因为那个程序要调查报告以后要提委员会讨论，看要这个要进一步怎么去处理。那因为审计是调查这个事实以后会认为有问题才会送到我们检察院来。那我们检察院里面有调查人员或是我们那个委员主导的调查人员去再调查，提出那个调查报告送到我们刚才报告的常设委员会，那个大概是我们财经委员会去讨论通过以后，我们再怎么处理，就看那个决议怎么处理这样。请问一下，这整个要花多少时间呢？从审计部提出有这个问题到他们真的回复，比如说你提到委员会，那委员会会给他一个时效来跟委员报告哈，这个要看那个情节的轻重哈。那我们一般的调查案。一般的调查案是三个月，比较重大的案子是六个月，特殊重大的案子大概一年，是大量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为什么越重大越多时间？越给他越多时间？这个是不是属于重大的这个案子？是不是说达到那个时间要看委员来判断这个案子的轻重 ？OK。所以等于是说，我们所有，因为刚刚那个吴怡兴委员有提到，就是我们对各部会的这些函请督促这些事情，真的是堆积如山。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每一个案子，它都是有分等级的吗？分轻重等级的吗？哦，这个跟委员报告，那是在我们调查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委员会指挥我们的调查官、调查专员或是调查员，指挥我们调查人员去调查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的轻重，要看那个委员去判断，说这个是属于一般案子，就三个月要结案，就是要提出调查报告。那重大的案子是六个月。那特殊重大的案子是一年。这是看他的。那个案子的轻重，提出调查报告的时间呢？秘书长，请问一下，这些东西我们有公布在网站上给一般的民众看到吗？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调查的案子有哪一些，然后它的轻重，我们是把它归类在哪一个部分？那个跟委员报告那个、法规的部分是有公开的。至于这个案子在调查进行之中是要保密的，因为我们的检察法26条是对外不能宣泄的。OK， 但是呢，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替委员通过以后，如果不涉及国防外交机密的话，我们的调查报告都会公布了。所以都有公开。对，就是调查报告经过委员通过以后，涉及国防外交不公布的。以外，通通会公布。我觉得我提一个意见，因为其实就像秘书长之前提的，一般的大众其实对于我们监察院到底做了什么事不是很了解。那我觉得当没有保密的需要的时候，可以公开的时候，你就把它公开到网站上。你们做了哪一些事情？审查了哪一些事情？那你把时间放上去。比如说大家知道你们是要监督各部会的，就以预算来说好了。那你们就分门别类把它放进去。那每一个案件它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结案的，让一般的民众都可以知道说你们做了哪一些事情，在哪一方面，那一般民众会更支持监察院的。是因为除了刚才报告的涉及到国家机密跟外交机密、国防机密，
以外都会公布哈。那公布的时候，大家都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所有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去看这个调查案。我的意思是说，你把它分门别类，比如说这是跟审计相关的，这是跟人权相关的，那个有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有七个特我们有七个常设委员会，比如说社福的案子，那是我们那个内政政及族群委员会里面通过的案子，他会公布。那例如说，刚才委员提到的是财经案子，财经案子大概都会在我们财经委员通过以后就会公布。那它的时间也有放上去吗？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审，什么时候他们的就是每一个案子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有放上去？那个时间是从什么开始开放开始？我们是没有，我们是公布那一个通过的调查报告人的意见。OK， 都会公布的，都公开。Okay. 现在连弹劾案都会公布了。OK， 谢谢。我们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赖香林赖委员。主席啊，秘书长，各位监察院的同仁早哈。刚刚也听到大家在对监察院呢，特别是存废哈。存废这个事情知识体大了哦，如果涉及到用修宪，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就说它是废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不是考虑存废，就是监视法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在上个届期的时候，有委员有这个考试院有提出监视法的修法的草案嘛，哦，那这一次他们来拜会，我也说他们会再重提一次。那但是我们这个委员会在二月份的时候，也有委员呢已经签了提案，希望说是不是就直接废掉这个监视法，让我们的监察委员呐，能够不要负担这种跟点视有关的一个职权了哈，跟这个要参与在这个程序当中。那不晓得秘书长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报委员哦，这个案子其实是很久以来的议题了哈，那我们监察委员的这个部分也有讨论过，我们原则上是尊重考试院的决定啦，我们原则上是尊重他，因为他们是主管的机关嘛，跟立法院要不要通过会址是比较相关。那我们这个那个工作是因为来自于建设法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原则上要尊重主管机关跟贵院的立。那一年大概几次的这种工作，把那个参与？我们处长说大概20次左右。那一次的作业期程要不要花到一周以上？还是这个考试院大概是一周，大概是一周。那这样的会不会排挤掉我们监察委员在执行其他重要的调查啦，或者是案件的这个关系？好，报告委员，其实监视是监视法的要求。对，那林派那个监察委员参与监视，大概都利用假日，所以几乎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所以监察委员也是全年无休的。对，了解。说明，因为我自己在行政机关，我们自己也办自己自市政府自己的综合性的这个约聘人员考试。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这个议会派议员来监督，也没有其他的中央的考试员来参与，我们办得非常的完善，也没有任何这个不管是说引起官说的这个疑虑啊，所以我在这里也很慎重期待，就是我们监察委员应该回归他的本职嘛哈，在整个这个监察法里面，其实也没有规范我们监察委员要有这样的一个职务。也没有这样的权责要去这个在参与的时候要赋予这样的任务，反而是在考试院的法规里面，所以我也很期待就是说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案件哦，监视法真的可以废止。那如果考试院送进来的话，也许我想我们也会请他哈，从这个角度上面是不是转换别的方式来进行考试的这个监察的这个角色啊，我想秘书长您同不同意？
我们都尊重考试院跟立法院的决定了哈，我们是没有什么意见。我是建议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在谈监察委员或者是监察院转型的时机点，这个小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决定，不需要再有一些这个挂碍嘛，因为这个确实不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到现在国人的素质到参加考试公平性，我认为已经不太需要。所以这个考试院这个法律主管法律再去决定，是他也会送我们这边哈。那我想我们就也一起来努力看看。那第二就回归说，现在在这个监察院或者是监察委员，大家比较诟病的几个问题，刚刚吴玉群委员或吴玉丁委员也问到了一个这个效益本身了哈。那我想请教，现在我们监察委员29位，目前调查中的案件大概有多少件？这个其实我们有统计资料哈，第五届以来，我们总共调查案是立案的大概1800多件了哈，已经有提出调查报告大概1500多案了哈，大概我印象中的统计资料，一年大概是会有100件以上嘛。那5年多以来就是这个数字，1000多件，我知道是，所以我也要请教啊，因为在这个我自己在行政机关，我也常常被监察院调查，我也去过好几个委员会做过报告跟说明哦。所以一则是大家认为说，监察委员在这个分案上面，或者是调查的这个程序里面，有没有一个自己制定内部的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标准，到底是看报就来分案调查，主动调查，还是人民陈情，人民对于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渎职疑虑啊，就来陈情。这个我相信各种都有啊。那我想我手边有2个案件，我觉得很值得去跟秘书长这边也就教哈。一个是昨天才出来的新闻稿，是王美玉委员跟王佑林委员，他们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就是有关这个非法移工的黑腹宝宝在台北有个关爱之家的这个事情，这个在地方政府在中央层级几乎是没有人有办法去解决跟处理的。那在监察院调查之后，这1-2年下来，其实地方政府劳动局、社会局、卫生局几乎全力通力合作，可是在法规上完全找不到空间。那如果没有更上升到中央去修法的话，基本上是无计可施了。这些黑户的这个宝宝差不多时间，要不就是想办法就收养的方式，要不就是一直黑户，在医疗方面、健康方面受到很大的残害。所以这件事情引起社会跟报道之后，相信我认为也是因为王佑林监委他是以前我们台北市社会局出来，他本身在社福是非常的专精，所以他愿意主动调查。不然像这样子比较涉及到跨国移工问题，也是刚刚讲到很多人的这个不太是有人去主动关切的事情，大概就没有办法解决，修法也缓不济急。那这个我认为是在监察院，我认为这几年来很值得在刚刚讲未来国家人权委员会要设立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指标性可以努力的方向。跟委员报告哦，其实我们的案源呢，案子的来源有多种了，有的是人民直接寄送到本院，有的是各团体请本院来查办的，有的是审计部，刚才有提到审计部去查案查到报告我们的，还有委员自己收受的，确实，甚至委员看到任何一个信息对于人民权益有重大的危害或是怎么影响，他会去主动调查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监察院立案派查原则，有一个原则标准，那这个立案以后就变成一个调查案，那这个调查案以后，我们的调查的这个委员会协，就是说跟我们的调查官一起去查这个案子。所以刚才跟委员报告，我最新的资料是说，第五届累计了有1841案的调查案，那提出调查报告到目前为止有1587案，可见的这个调查案子还是很多的。谢谢哈，谢谢秘书长。我第二个案例就是跟我个人有关的，就是我在2018年10月被这个劳工袭击受伤了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呢，我在108年10月2号，我也看到了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调查报告。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第一个，我们被基层公务人员长期被人家投诉包庇、渎职、行政不公，各做各种污指诬陷，谁要来帮我们平反这个正义？可能就只剩下监察院，不一定。但是这件事情，我自己很深切的知道，
从事情发生到监察院的这个主动分案调查，也基于那个当事者一直向监察院投诉说我们地方政府没有依法行政，没有裁罚，没有做任何的努力，可是监察院的报告还我们公道。重点不是地方政府没有检查，没有裁罚，没有积极介入，是经济部中油公司自己不改善制度，造成很多劳工工作权益不稳定，他们的福利福祉被拿掉，他们的假承揽真雇用问题未解，所有中央在经济部中油国营事业制造的问题都由地方政府的劳动机关检查之后还被民众嫌弃，还被民众说渎职，还被民众说没有依法行政。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监察院，如果监察委员未来针对这样的地方行政或中央的这个政策，这两者的纠正跟要求力道要不同。执行者就是第一个，他没有其他的工具，可是政策制定者中央的部会自己不修法，自己不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我还是挺期待监察院如果未来的转型里面能够更在这样的一个分案跟这个叫做调查的要求里面确实分级分类。第二个是追踪的效益以及持续要求跟修法配套的进程，不然问题不解，一再的让公务同仁觉得监察院真的是找麻烦的单位，好不好？所以我想我借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最后还是国家人权委员会啊，大家都问了很多了，那我想我自己很期盼台湾的国家人权里面劳动人权能够进步，我们不要再出现国家的这个门面是因为渔工在国外说台湾的渔这个船东如何的虐待虐劳哈。所以我希望国家人权委员会真的设立之后，是不是在人员确定之后的三个月也可以有书面报告给我们这个委员会，让我们了解你们的设置跟未来努力的方向。我们成立以后然后生效，然后这个职权运作那整整都筹设完毕，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一个书面资料。好，我们谢谢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刘世芳刘委员。谢谢主席。我想就教于监察院的秘书长哈。最近我们都知道监察院的大事大概会就是新旧监委要交接哈。那根据我们自己的监察法，大概都知道说监察委员呢，他要行使职权的时候是要超越党派。但是目前好像是在监察委员的这个推荐人好像有要求各个政党来提名哈，或者是推荐。那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监察委员确实获得总统提名，立法院通过之后，请问如何超越党派法？如果他本身有其他的政党身份的话，需不需要放弃？就好像说法官或是检察官这样子的一个规范，有没有这样子的规范在我们监察法里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规范的哈，但是依照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对不对？依照宪法规定哈，他是那个独立行使职权哈，这个。问题是法官也是这样子，检察官也是这样子。对啊，但是要不要这个抛弃政党？因为哈、这种职权行使哈、我们都是认为是他这个监察委一定要公正客观的哈。不，你这种东西都是这种东西，我不能够接受。我现在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讲完哈、这个我们的监察委员的助力规范里面，请你对着麦克风好吗？好。报告委员哦，我们监察院监察委员助力规范的第二条是有规定说，监察委员依法行使职权，应超越党派，保持中立的。所以我们，所以他有没有放弃他政党的身份的话，我们目前为止的法律没有规范到。那如果他没有按照自律规则的话，有没有任何法则？还是只是提出口头警告，或者是要靠外面的这个媒体，或者是人家给他的一些压力才会这样做到？有还是没有？这个报告委员哦，那个我们刚才讲到的自律规范第十七条哦，如果说有违反这一种自律规范的话，我们有几个措施哦。第一个。促其注意。对不起，你不要念条文，条文我们都有拜读过哈。我要请教，如果你念条文，你就不用来练习。是，我要知道的就是说，如果有人违反这样自律规范的话，理论上是不是由监察委员内部的监察委员会议，然后让院长来主持这个会议，通过这个自律？所以在监察院里面，是不是有自律委员会？
对啊，就是这这次。那你就回答这样问，你不要念条文，念条文你就不用来备询了。我是希望说，站在秘书长的位置上，当然各位都是文官，也是非常优秀，对于监察业务也都相当的清楚。但是未来有需要牵涉到自律的部分的话，千万不要说啊，就是收收的后啊了。好，我为什么这样问呢？我今天的重点在于监察院的这个26条的这个查的范围哈。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贵院呢就有5位的监察委员呢要提一个案。这个案呢是要求现在的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长陈雄文跟一些民间团体的人来就好这个气爆案，在高雄市发生81气爆案已经是非常多年前的事情。那我直接想要知道了说，如果你有去查一下这个气爆案呢，在104年的时候已经经过同一批的监委结案，好，这个结案的日期审议的日期是104年的03、04，然后公告的日期是105年的12月19号，同样的这个气爆案已经结案，结果到现在又另外要再查查，而且是监察院的通知书通知到高雄市政府，还通知到民间团体的所谓的这个气爆事件民间捐款专务委员会里面的专家学者跟民间团体。请问一下，监察委员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权，可以请民间团体的人到监察院来报告，而且做约询？有还是没有？哪一位处长可以回答，或是哪一位反？要处长。好，请。报告委员哈，依照监察法第26条规定哈，是可以跟公司这个团体哈调阅党籍账册这些资料，然后在26条里面有哈。那我们这个会有正式的通知哈。那这个通知呢，上面是有媒体的报道，上面写是协助厘清案情呐。好，以上报告。来，监察法第26条的第二款里面有提到说，调查那个调卷就另外的哈。调查人员在调查的时候，可以通知书状具名人及被调查人员，就指定地点来询问。请问一下，这些被调查人员，按照我们自己监察法上面的监察对象，一般的民间团体跟一般的公民可以被调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扩张调查人员自己本身的调查资格？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立法院监督司法的单位，包括说法院，包括检察，包括调查这个单位的时候，你有没有他的调查职权，都要依法来行政，对不对？那我想请教一下，民间团体的代表必须要来吗？这个跟委员报告哈。我想你们有看到吗？我已经提供这个给你们哈。这个是提供，这个是放在请这个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长来的时候的附件通知书，请他顺便把这些人，我告诉你们，已经就是有专家学者，这里面有律师，有学者，有民间团体，有受灾户的代表等等这些。那这些人如果需要来吗？还是不需要来？还是他如果不愿意来的话，可不可以不要来？这跟委员报告哈，从这个报道里面看哦，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厘清案情。他可以不要来？他可不可以不要来？我们办理调查案件注意事项。他可不可以不要来？你不要跟我讲这，他可不可以不要来？你已经是在监察院蛮久的时间，不是昨天才报到的。我要问一下，可不可以不要来？他没有任何官方的身份。报告委员，我再请教一下，我昨天在询问你的时候，如果譬如说现在有县市政府，他可能是某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或是某一个这个环境评估委员会，他请了环保团体的代表来，他请了劳工团体的代表来，结果因为某些事情发生之后，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可以说，你帮我请劳工团体的代表，你帮我请受灾户的代表，你帮我请环保团体的代表到监察院来接受约询吗？可还是不可以？这个跟委员报告。可以还是不可以？法律上是写不得拒绝啦，好，26条上面是写，或团体主管人员及其他关系人员不得拒绝，是法条上的规定了哈，所以一定要来。不来的话会怎样？有任何法则吗？你们要叫拘提吗？还是要通气？报委，因为我不是监察，我不能代表监察委员对外。不是，我现在在问你法条，你刚刚就是拿着法条在念呢、啊。因为法条来，秘书长，来是这样规定，但是没有其他的，没有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说，也就是说，他放弃在行使的时候的一个决定了、啊，他要怎么？你尊重监察委员。
对不对？站在秘书长的身份上面，可是监察院里面对于监察法的法律解释在你们呢、啊，并不是监察委员呢、啊。就是、我们根据刚才郑处长所说的监察法的规定呢、啊，监察法的规定，哎，对，就是不得拒绝，但是他如果不来，啊，就是说没有其他的规定的，哎，那到时候会纠正他们吗？纠正某某环保团体，纠正某某受灾联盟，纠正环工团体、劳工团体，会这样吗？那就要看那个调查的调查的对象几乎都是官方嘛。刚刚我有听那个赖委员，还有我自己本身在公务机关待过，我也被监察院提起弹劾啊。我们都了解这样了，是自己本身要有公民团体的身份的话，不得拒绝他不来嘛。他不来的话，你会监察会纠举他吗？我要再继续问下去是这样子，这个案子。我已经刚问过了，可以一案两查吗？我刚已经提过了，好，这个案子呢，八一气爆案在104年的时候审查，然后105年那时候已经纠正高雄市政府，跟纠正了经济部，现在今天又要开始提案调查，啊，里面的人几乎都是重叠呢，譬如说监察委员李月德、江启文、陈庆才、杨美玲跟江明昌，跟104年的李月德、陈庆才、杨美玲、江明昌、陈小红，几乎只有一个不一样。可以这个样子，可以一案两查吗？哎，你们两个都点头，可以一案两查。我会回答。好，来，可以一案两查吗？报告委员，现在是这样哈，之前查这个呢，在调查报告上面有注明说哈，善款的部分收到很多人民的诉状，交给业务处处理，所以第一个案子里面没有处理善款的部分。那现在呢，刚刚委员报告，委员所提到的那个邀请团体来的那个是第二案，是针对善款。好，那我要问一下，范围不一样。我要问一下，那你知道这个气爆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103年。103年吧。103年8月。现在是已经109年，对不对？对。经过9年以后，为什么在这样子很敏感的时刻，刚好又要查这个案？因为这个受灾户的联盟里面的这个自救会陈冠荣医师，他刚刚好就是这一次罢免韩国瑜的代表。然后这个时间非常的贴切，好奇怪，怎么会刚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呢？跟我们报告，他们前两天才去送40万份的这个联署书，然后现在监察院的约谈就过来了。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监委呢，他出身高雄，对高雄的情况非常了解。可是是不是因为政党的关系，所以是特别偏向某某政党？我们也会怀疑。所以这个监察院的查案，第一个，我认为有一案两查，是不是围魏救赵，还是为了救韩？会不会涉及无辜的市民？然后市民如果拒绝的话，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出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市民可以拒绝，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罚则？秘书长，来。委员报告哈，这监察委员的职权行使，我们是不能表示任何其他的意见。我们行政人员的部分，我们对于这一个监察委员在职权，我没有涉及里面的业务内容，我只是问你说，监察法里面你可以监察的对象范围跟法条，以及这个程序上面是否需要有提出比较让大家心服口服的立场，就是我回归到第一项所说的，监察委员行使职权的时候，是不是要超越政党跟党派？你点头说是嘛？但是我觉得这一案就是有涉嫌，第一个一案两查，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继续再查案，而且这个高雄气爆案到现在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这个善款的运用等等都还在，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做出这样子的查的时候，我希望监察院的诸公或者诸婆一定要站在超越党派的立场看待这件事情。不要让无辜的人一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政治性的监察，那这样监察院跟很多比较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这个团体会觉得监察院不如废掉算了。当然我们知道废掉监察院姿势体大需要修宪，可是如果监察院没有谨守自己监察的立场，反而丧失了自己监察院的功能，好吗？好，好，谢谢。好，谢谢刘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郑运鹏郑委员。好，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等一下就大致上是请副秘书长了哈。那但是我先讲这个对事不对人啊，所以等一下如果讲到有冒犯到监察院的哈，那这个都是对事。那在我来看是这样，监察院跟考试院哦，当初孙中山先生说兄弟怎么创嘛。
那全世界唯一了哦。刚才我们吴委员也说那是 control 院嘛，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我们这样写了哦。不管世界熟不熟悉，反正五权宪法这个五权分立就是有中华民国有。那我看起来是这样，当年在封建要转成民主的时代里面，的确有它时代的意义。但是如果以现代的政府治理来看，这已经是封建时代的过渡遗址，贵体的贵体啊，应该要废掉了。但是因为修宪门槛很高，所以现在反而变成宪政的盲肠机关。我先讲我的态度，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一些冒犯上的话，大家不是对人。然后，那为什么是封建的过渡遗址？哦，我本来要用不义遗址啦，看起来当初也有它的需要，也不是不义啦。哦，这个的确是应该要废掉，回到三权分立的状态里面，职权各自分摊。然后，就是说监察院大概就是御史的大人，那考试院大概就是封建的科举大夫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功能，只是转成一个宪政机关里面，透过各种机制，那这样可能在当时的状况会认为说对这个国家的治理比较好。可是如果以监察院的功能来看，这大概变小片，哦，马甲马不行了。现在有很多立法院在开记者会说我要移送监察院的，都会探听一下今天是哪几个监委轮值，为什么？因为监委的同意权在立法院。所以等于过半的政党提名的监委，他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比较接近，这个大家都知道哦。当然在座没有监委嘛，哈，所以会变成说我找我亲近的，我去移送他去办的时候，比较会有大家想要的结论。可是这样的结论出来，这样调查报告出来，有没有社会公信力？我觉得不容易啦，这不容易。媒体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所以变成政治操作的工具。那像监察院背这个污名也没有意义。我先讲一下我的看法。那再来就是说，那监察院在这个时代里面到底有什么功能？今天的报告里面有写到说，国家人权委员会设置在里面，好像监察院哎功能加大了哈，有时代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报告，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在审查那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时候，我就反对。我说监察院该废掉了，你再叠床架屋加一个功能上去，这大家都有听到嘛？我说这样上去的话，好像他还要苟延残喘了、啊，我觉得没必要了。修宪我不敢说办得到，我都认为应该要消极的让它废除掉。那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委员有大家比较清楚，根据那个巴黎会议的结论，台湾找了20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关来主办。那我这边写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在反对之后。那有行政的，我们的有长官来跟我沟通说，问题现在没法躲，不得不选在监察院，不得不哦。为什么？因为行政院是在人权保障上面依法要去被监督的对象。行政院如果有迫害人权，当然要被监督嘛，不管媒体也好，然后民意机关监督也好，所以它不会是一个保障的人权委员会的设置的合适对象。再来立法院，如果我们对人权保障不足的地方，我们就立法就好了，何必对不对？何必设置在立法院？司法院里面，你本来就根据法律去做判断，所以它也不能超越法律，放在那边保障也奇怪。再来考试院，完全找不到设在考试院依据。但是如果要设在总统府，其实跟设在行政院一样，所以是不得不找到监察院。不是说监察院好棒棒，哦，其实大家先在我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只是说既然不得不。好像设置个委员会，又在国际上面有一个指标性的象征，那就做了，就是这样。好，那所以监察院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回过头来看监察院的业务是什么？这个你们都很熟了，调查、纠正、弹劾、什么纠举这样一大堆。我们来查一下这4年来监察院的工作成效。监察院其实没有什么 KPI， 没有什么指标。监察院做不好嘛，没人会再对你怎样了，哦，也不能对你怎么样啊，哦。啊，但是也不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哦。这4年来监察院的这些在你们法定职权上面这些成效的话，我们发现是这样，陈情的很多，里面大致上立法院也都会接到，各议会也会接到，4年来总共有59000多案，里面有可能是重复的啦，当你一来打够给来一块点，然后成案的很少，就2.3%，因为大部分对你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案子。但是你会发现说，好，他就算成案比例很高，4年加起来做错事的还不少，397案，哦，这个不要说是绩效，纠举案成立了，里面还包含我讲了很多的政治案件送进去的哈，哦。但是你会发现说，397个纠正案当作公部门有缺失好了，可是你们却里面人情很多，这只有122案弹劾案成立，每次弹劾案的投票数字哦，媒体都会报，来电人情就这啦，就算我通过弹劾案，
我也就算要通过纠正案，我也不敢去弹劾，因为大家都来拜托嘛，里面人情一大堆，所以监委的这个弹劾案不容易成立。做错事人那么多，真的被你们还有功能存在，对这些文官也好、政务官也好，做个弹劾，做点艺术级的，最后还上工程会，结果你们的你看就122件，完全不好了，完全没有用。所以这个御史大夫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没有功能，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再来说，那现在监委在这，其他还有在做什么？这监委你们会吹嘘攻击，我们去看到最近的新闻稿，有一位监委去说，哎，他的功劳就是据报载有多处的眷村有闲置，据报载哦，不是主动办案哦，报纸没写你也不会去办，没书找书去找案件来办。所以要说你们的功劳是什么呢？监察院监督国防部积极活化郝柏村先生等眷地，使政府获至财务绩效达新台币近70亿元。其实闲置的土地在某一定的面积以上就拍卖嘛，监委如果没有去查一样拍卖了。那监委如果你主动查，我干嘛我拍拍手，结果呢是根据报载，你就知道说这个监察院到底在这个时代还有没有主动功能，真的很少。那再来讲监委的巡查，御史大夫出巡的时候，其实地方政府各级政府文官压力非常大，监委大人一来，哇，大家那个开会跟市政会议一样，文武百官坐在那边听讯，因为你们对文官很有约束力，即使后面要送监察监那个工程会，你们的弹劾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哦，比立委比议员出去更有效。结果里面问了一大堆，这个本来应该是屏东的周春明委员的业务，什么荣民医疗体系怎么样啦，里面有没有做到什么服务，这个是立委跟议员该做的，就监委出去去讲糟蹋了，去讲糟蹋。立委立法院要办公听会，还是说立法院要办什么会议，还不一定会大家来，公务员一去监委一来，没有人注意的东西，哇，你可以隆隆做你欢迎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所以刚刚赖香伶委员也有问到一个，你们赞成考试院的修法，那我有提案说监视法该废掉，监视也是监察院的执掌范围，但是监视有没有必要？当年哦，上礼拜我在质询的时候，柯建铭总召有提醒我，为什么考试院的业务要监察委员来监视？是因为当初考试委员的同意权是监察院、监察委员同意的嘛，这没有错，还有历史缘由，你们还要监督考试院。但是现在的监视，公务员就做得到，直播就录影就做得到，完全不需要监察委员了，没需要等到这大啦。在考试院，你们说尊重考试院的修法，来，我们来看一下，考试院的修法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换汤不换药，文字修正，没有增加功能，也没有减少功能。修改这个文字，你还要尊重它，这是严重羞辱考试院、监察院跟立法院了、啊。你去看第二条的修正，哦，修正条文：依法举行之国家考试，应由考试院函请监察院派监察委员监视。那原来呢？原来的两项，就是说什么由考试院或考选机关分请监察院或监察委员行署派员监视，然后第二项是说哦得由监察机关就地派员监视，赶快差不多，这个立法计划就是做高台，你们还要尊重他们的话，讲真的不如这个监察院不如废掉。所以整个来看，在现代的治理上面，我认为监察院应该尽量配合立法院，应该尽量配合行政院，卖给搞，那你们也很为难，回去还要被监察委员的会议里面啊，跟考试院一样，回去那个考试会议里面接受他们这些人的指导，但是对你来讲就痛苦哎，对不来讲嘛就痛苦呀。好，那秘书长，我最后请教你的问题啦。那天我就问考试院的李秘书长李继全秘书长，我跟他说，好，监视法还有什么继续存在由监察委员去监视的必要？他跟我讲了几个功能，现场大概没有几个位赞同听得下去了。第一个是说扮演外部稽核。这个媒体也可以稽核啊，对不对？那监察委员可以稽核，不是监察委员，那个司法机关也可以稽核啊。再来扮演公正的第三人，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公正的第三人了。再来监委的参与，提升国人对国家考试的重视。我相信国人99%不知道说监委还有在监视的啦，还提升对国家考试的重视跟尊重。所以秘书长，我跟你请教，对这个监视法，你刚刚说赞成考试院就是继续留着。哦，其实我废掉让你们省事，你觉得说你们的功能在哪里？报告委员哦，因为这是考试院主管法规，我们要尊重主管法规的意见。
还有立法院的审议的意见，哦，您两个院的意见我们都尊重，我的立场是这样。好啦，来，秘书长，我是说对事不对人啦，齁，你要用尊重齁，你刚刚那个赖委员在讲的时候，你就没有讲到立法院啦，你把我跟我尊重我废掉了，好，抱歉，我有讲到，好 ，OK， 那谢谢你，来，秘书长，我跟你报告啦，反正这个也是给门的啦，齁，从你口中也不太可能去讲出啊，你赞成废掉监视法，或者赞成废掉监察院。对我来说，我这几年观察，监察院有意义的工作一项，你们在陆窟事件的调查报告里面，然后其实做得不错，哦，这个本来也没有人注意到。但是陆窟事件调查报告结果是什么样？秘书长你知道吗？哈，送给处转会，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处转条例，如果没有处转会，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有什么用？有什么用？这就是人权。所以人权委员会设在监察院里面，如果你没有其他的配合的话，老实说这个御史大夫真的没有必要，好不好？这个秘书长，我跟大家报告，这是我的见解。那如果今天有得罪冒犯之处，对事不对人。好，打你报告，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郑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钟嘉宾钟委员。嗨，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所长官员、会长工作伙伴、媒体、子女之先生，大家早安。那么秘书长哈，你知道监察院的阳光在哪里吗？在你们的一个阳光法令主题网啊，对不对？请问这里面哪一个法是监察院管的？政治先进法的主管机关是谁？那个是你要，哦，政治先进法是谁？内政府。内政部。游说法嘞？这个内政部。那公务人员立充法呢？法务部。法务部。那财产申报呢？法务部。法务部哈，其实立充法它是有三个院呐，立法院、监察院跟。好，但是我们是执行的，你们是执行的，那你们有两个政治现金跟公职人员财产申报，那请问一下，这些法为什么叫阳光法案？为什么？大家公开透明，而且，哦，公开透明，接受监督。那什么样的东西要接受监督？来，我讲很简单哈，基本上我们的公职人员，尤其是在向立法院、向立法委员，谁做了什么，和谁有关，有谁获利，对不对？比如立法委员张三，等一下，往前了。立法委员张三，他接受了某游说团体的游说，去立了一个法，这个利益团体获益，结果呢，张三的户头多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涉及到游说法跟政治献金法跟财产申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对，涉及。所以说，你们看到这几个法呢，大概都是看得出有没有谁获利，是不是？游说法是看出有跟谁有关。那请问这四个法看得出谁做了什么吗？立法委员做了什么？这四个法有没有看得出来？只看得出有没有游说团体去游说立法委员，只看得出这个立法委员的财产申报有没有增加，只看得出他选举的时候接受某团体的政治现金，最后如果要处罚他，有个立充法来监督他，对不对？那谁做了什么才是关键呢？你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那你说他的利益增加，有谁获益？这抓不到啦，抓贼先抓赃。我不是说我们立法委员是贼哈，但是如果说就你们的阳光法案要照到这个立法院来，我们看立法院怎么做。立法院组织法我们很清楚就说了，立法院的会议公开，除了必要的秘密会议之外，我们行政院院长各部会首长要召开秘密会议之外，其他的透过电视网络全程转播，委员会及超级协商全部都录影。这表示什么？立法委员做什么事情，谁说了什么都很清楚，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叫做什么？记名表决。你在哪个法案什么立场都查得到。秘书长，是不是这样？那请问监察院的阳光谁做了什么，有人知道吗？这个跟委员报告，我知道委员在问的意思了哈。因为我们，你了解我心里能明白，那赶快讲。因为我们没有向检调的调查权，是，那我们是根据现有的申报资料，是跟存在的资料去调查，所以这一个问题哦，坦白讲，以前有立法委员问过同样的事情了。那到底问了什么？这是说，好，我直接下来了。您这吼拢种新博，拢这个表面。不是啦，不是我们跟你猛新博，那些猛攻你们有四个权利来，我们下一页，你们弹劾权、有纠举权、有纠正权、有调查权，对不对？请告诉我，你们监察委员在行使哪个权的时候是有记名表决的？哪一个权？现在弹劾都要记名。什么时候开始？
108年的去年开始，谁修的法？立法院修了哪一条法？监察法，对不对？为什么要修这个法？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这个例子？来，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名鼎鼎的民意首长，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新闻吗？他做的事情，社会哗然呐、啊。几年前呐、啊，监察院弹劾有没有过？记不记得有没有过？没有过嘛。大家都问啊，打个洞欢怼啊，打个洞跟这里要弹劾啊，为什么表决不会过？因为表决不公开啊。有记名投票吗？那时候有没有？没有嘛。因为我们发现监察院监察委员在行使弹劾权的时候，谁做了什么，不知道。所以纵使监察委员的账户多了一些钱，我们也不晓得跟他的利益冲突有没有关系啊。了解不了解？阳光法案你有后半段没有前半段是没有用的，你有账目公开，财产申报公开，游说，甚至我们的游说法没有规范来游说监察委员哦，是不是？所以监察委员在执行弹劾权的时候，有没有刚刚我们郑运鹏委员说的私下公啊，拜托的啦，出谁给他管的啦，我们不知道。监察委员有没有？没有嘛？有，有包括你们说那个政游说法有包括监察委员。好，那我是因为我没有去监察院去游说过啦齁。那你们的游说法有登记吗？有登记有来游说的吗？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公开的资料可以知道有谁来登游说的？行，很简单回答，有没有？报告委员，因为我们的委员的性质都是跟澄清有关。OK， 那好，那就不用了。澄清大概不是来压力，拜托邱姐压管的，是拜托你德奥伯哈来了哈。因为这个弹劾案，所以我们立法院去年把弹劾权要求要记名表决，但是纠举、纠正跟调查没有哦，谁赞成、谁反对都不知道哦。我们往下看。所以说，我们以2015年的一个弹劾案为例哈，监察院只有看得到经监察委员某某某等五人经决定调查成立并公布，哪些人？纠举案我连哪些委员参与？我们看得到资料吗？有没有办法看得到资料？有没有法令？有没有监察法规定说你们在行使纠举权、纠正权的时候，参与的委员必须揭露？有没有？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嘛，好，这是问题，你们回去想想看，再往下看。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啊，监察委员对谁负责？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每一位委员对他的选民负责，监察院对谁负责呢？来，有三个人，第一个总统提名的监察委员要不要对总统负责？不晓得。是立法委员行使同意权的，要不要对立法院负责？不晓得。那要不要对人民负责？还是对天地良心负责？所以监察委员从提名到同意到行使之权，我们看不到谁做了什么要跟谁负责。来，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过去啊有一个，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它是怎么样？我们监察法组织法第三条之一，我们第七款规定的这些人选，而且我们后来加了另外一项，说要经过公民团体推荐。请问公民团体推荐监察委员的被提名人是只有限定人权委员会的委员，还是全体？其他的一到六款可不可以公民委员推荐？不行。谁说的？没有规定嘛，对嘛？立法是立法院定的，我们就没有这样定。你告诉我没有，所以加的那一项公民推荐有没有包含前面三款六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有没有？他是第七款资格的委员啊，只有第七款资格的委员是公民团体推荐，是不是这样子？你们的解读是这样吗？不是解读啦，这是法律条文，你们通过的法律条文。好，你们认知是这样。好，那所以我就算说在这里嘛。其他的团体要推荐给总统去遴选，当然也可以啊，这不是法律的明。但是第七项一定是公民团体推荐。对，因为条文是这样写。好，那请问未来如果这些监察委员我们同意了，你们知道是哪些公民团体推荐的吗？这个我刚讲了，对不对？这总统，哎，这怎么是总统权？我正讲哦，立法委员我是屏东县选出来的，我做得好不好，屏东县的选民可以跟我监督啊。今天监察委员有提名的人，有同意的人，也有推荐的人啊。你认为推荐的人敢卖虎节？我看哦，就是安尼啦。团体推荐给总统，总统要不要接受他的推荐？所以你认为？好，那总统把他提名了，就表示总统认可了嘛？认可了送到立法院同意了，表示立法院认可也同意了嘛？那请问推荐的人，他以他的公民团体，以他们的社会声望来跟总统推荐，得到立法院的同意，表示他的推荐有功嘛？这要后有功嘛？啊，这要败嘞？
所以我就要说的就是说，我当然知道你们不便评论，因为这个法律是我们定的。主权范围。对，是为了公家的功德嘛。干操未完，向什么人负责？讲未出来嘛？向天、向地、向什么人？总统提名的，另外一同意的，某名团体推荐的，啊，这三个人都有责任啦。所以我就说了哈，总结。对不起，主席，再用点时间哈，总结来，我们看一下。监察委员行使职权要公开嘛，对不对？现在只有什么弹劾公开，以后我们会在你们的监察法里面每一项都要公开。第二，立法院行使同意权目前是不记名无记名表决，这个我们会处理。未来我们行使同意权，要不要对每个监委的同意，我某某某有没有同意，应该让选民知道。第三个，总统提名权已经公开嘛，他提名谁，大家都怎样。作为一个公民团体的推荐，哎。你袂使讲输掉，甲总统推荐，结果这个人出代志，你都无代志啊，也要负责啊。好、哦，所以呢，这个都要公开。所以最后呢，我再提一个哈、哦，现在呢，你们监察法施行细则当中啊，你看看，人权委员会只有九个，七个为常任，两个为机动。这九个人通过的人权法案之后，要到你们院会里面是随机的，从29个抽九个。也就是说，人权委员会的提案的弹劾等等的行使，回到大院，回到院会里面，是由29个当中的其他的随机的9个，这一点要想清楚，因为人权委员会怎么样开始运作了？这一届的监委出来之后，他会有7+2，那他们的提案要昭告你们的监察法行使的话，那他会有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样有符合巴黎原则的自主性跟独立性吗？人权委员同时为监委的人权委员，他的提案到了院会监察法行使的时候，是由29个随机抽9个。跟委员报告哦，弹劾是监察委员依照宪法的主权呐、啊，哈、哦，是的，他的行使一定要按照我们现行的宪法跟监察法有关的法律的规定。那这个依法行使弹劾，依法依什么法？监察法、哎。所以今天我就要告诉你，回归到你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你们的修法记录，哎，对，你们有没有列入这个配套？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去年修改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哎、未来的监察法有没有把这个思考进去？哎、跟委员报告，我们监察法的研修案正在进行，我们会如此。就近两个礼拜、一个月，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有附带决议、啊、有附带决议过六个月通过六年六个月、哦、六个月还好，我有六年、欸、六年我就不晓得在哪里了。六个月啦，那因为有附带决议，所以我没按照这个俗程在。好，六个月了，好好好。那最后再问一个哈、欸，自从我们有人权委员会之后呢，我们都有一个国际的组织，他会将各国的人权现况做个调查，有设立人权委的列入调查，台湾有没有办法列入？有没有被列入评鉴？这个知不知道？这个我们说，哎、欸，那个来，哎、欸，我报一下，因为这涉及到国际人权参与了哈。是，所以呢，那最近的前留学国会主席来跟我们正在互动，我们问他，那将来我们成立国际人权会之后，能不能已经成立了，能不能来参与这个被评鉴呢？他是委婉的讲，就是说，因为牵涉到联合国的会员问题啊。什么意思？再讲白话一点，就是说，牵涉到联合国的外围的组织做了一个评鉴活动哦，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机会这样子、啊。是，就是说，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我们人权组织做的再好，不列入评鉴，搞不好列入中国的人权成就，是不是这样？会不会这样？他没有讲这么具体。跟 WHO 一样啊，我们做的疫苗，他说是他们发明的，会不会这样？拜托一下，注意一下，好不好？千万不要我们在人权上的贡献被归类于中国的人权表现，好不好？谢谢。我们谢谢钟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周春米周委员。好，谢谢主席。那我们想这个礼拜我们邀请了，今天是监察院，明天是司法院。好，那大家很明确的，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设计哦，因为我们是宪法的五权机关嘛，哈，所以大家都是各自宪法上宪政上的机关，所以今天监察院来就是立法计划的一个报告或者是说明，我们不太能够说把它定位成是业务报告。不过就是今天大家关注的或者现在这个整个社会上在讨论修宪的方向的话，大家都会去触及到说，哎，这个考试院跟监察院的存废的问题了哈。那我想副秘书长来监察院来立法院也好多次了哈，从上一届
到现在也好久，大家常常也是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相信你该心里也有定见啦，只是说因为你是秘书长，你是幕僚的单位，所以也不太在这边适合表达整个一个宪政上的一个看法哈。那我们还是从你们今天讲的这个立法计划这边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在你们的立法计划里面有讲一个阳光四法啦，那事实上这四法监察院不是完全的这个法案主管机关，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是你们还是法务部，法务部，然后立充法也是法务部，对不 对， 对，然后政治献金法是内政部，是好啊，所以呢还另外一个法是游说法，也是内政部，也是内政部，所以呢事实上你们并不是这些法案的主管机关，只是说跟你们相关的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当然可也不需要会写你们嘛，对不对？要吗？有一些是 要会写吗？哪个部分要会写你们？财申法跟立充，财申法跟立充法，对，那政治现金法不用会写你们，没有法条没有。好，那我在这边，因为你今天把它提在你们的立法计划里面，那本席就这个机会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政治现金法大概只有规范到这个选举权的时候，选举人跟他的政党可以来募这个政治上的现金，但是如果我行使罢免的公民权的话，并没有这样的规范，所以我想要求，我想了解，就是说考试，那个监察院，既然阳光四法你们也是非常关注，在某个部分上你们是后阶段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申报单位，这个部分的修法意见，秘书长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们也有研究过哈，那个。至于说这个详细的情形，大概我们也有我们的想法，但是跟内政部主管的，跟行政院那边是不是完全符合哦？你可以讲啊。那个我们请陈处长说明，这个有实务上的。因为我看你们这边的立法计划，你们也是非常的坦荡荡的说，就哪个法案你们有去跟内政部说要怎么样的一个修法。好，详细请请好，来请说，谁能说明？是报告委员哈。因为那个罢免的部分在现行法里面是没有放进去的，对，那内政部现在在研修的时候是想把罢免法放进去，对，不过在执行上我们是有几个考虑了哈，请说。一个是说被罢免，他的草案里面是想把被罢免的人还有一个提案的领衔人哈，是可以收政治现金，可是我们的想法是说被罢免人基于他在位的一个职权行使，还有他手上握有一些机关的预算等等的一些优势哦，他是不是有需要做这个经费的一个募集了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被罢免人这一方。对对，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这个罢免的一个罢免案的领衔人哦，他其实他经费的一个内容，大部分我们来看，其实都是一些影印啊，或者是一些宣传品这些行政事务费用，所以把它放进去，用现在政治现金法的相关规定去规范它，会不会说这个是过于的严格了哈？那这些是还有一些执法上的问题，比如说在监察院，其实他在罢免法定时间之前，还有一些其他的作为，这个可能都是选务机关比较清楚了哈。所以我们向来的想法是说，这些跟政治相关的活动其实是应该被规范，但是是不是都放在政治现金法里面？那可以放在哪个法？我们的想法呢？你的想法呢？我们的想法是说，像公投法也有收政治现金的问题，后来在公投法里面也已经把它明文规定，放在公投法。那如果集会，所以你认为是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放这个？我们觉得说这样会不会？这当然是每个法案都可以来考量，是就是说确实在这个部分是一个法律的漏洞。那你罢免案，大家现在实际上在进行的，比如说你30万份、40万份、50万份，这个就是一定要行政事务费啊，不像你选举权，我就到投票的地方我去投一个票。你的前阶段你要去完成有这个罢免权的行使，你前面的行政作业、事务的作业就要耗费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收费啦，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必要。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个部分探讨到这里哈。那接下来我看大家今天也都讨论到监视法，那我就直接来做一个统计数据的一个
来，我们来做一个统计数据的分析哈。大概100年到108年，这个监视人次的统计数据哈，那个请副秘书长看一下哈。大概我们从最近的年度看了，108年是112人次了哈。那每月平均监视人次是9位，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九位的监察委员去行使这个监视的权。那看起来好像蛮频繁的，看起来好像很重要。但是事实上，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去行使这个监视权，他还要随行，还要司机，还要相关的，反而是碍了他原来的政务吧。我们宪法规范的监察委员的权限是在这个弹劾、纠举、纠正、审计，当然不是。但是呢，你今天如果说今天在你的运作上面，你一个月我们的考试委员扣掉院长跟副院长，总共27位委员，你每个月就有1/3强的监察委员在做这个监视的这个职权。那我想应该是这个那个正当性，或者是必要性，或者是合理性是有问题的哦。你大概从100年到108年，你几乎每个月有1/3的监察委员在行使这个监视权，先监视的这个责任，就是考试院的这个相关的法规。所以这个部分哦，我们要考量说监察委员他的职责、他的职权是什么，宪法规范的。结果你用一个监视法来架空，或者是用一个监视法来把他在宪法上的这个权限把它拿掉或者是削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哈，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毫无悬念了啦，废除监视法是必要的了哈。好，那这个是部分我们就今天监视法的一个探讨。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哦，刚刚嘉宾委员有提到说，到底监察院是跟谁负责，或者是说到底监察委员是跟谁负责哈？那个刘副秘书长，我还在问呢，你这样跑，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抱歉啊，赖香伶赖委员，你影响到我的那个啊，还是我就直接问你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问副秘书长，是正的副秘书长，你自己要坐在那里。好，我们来谈到哈，监察委员对谁负责了哈？那刚刚嘉宾委员其实有提到，那我们从宪法的相关规范，我们是司法院的部分，法官我们的法律就明确说，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那在我们的宪法增修条文也是说，监察委员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那所以呢，可是我们来对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我们来对照哈，就是说，现在法官法我们也通过了相关的一个评鉴，相关的一个职务法庭的规范，而且他在他的判决出来之后，一审他有二审来救济，上级审来救济，后来事后的监督还有评鉴，还有这个职务法庭的一个介入。但是监察委员他是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但是他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个机关可以来监督他？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因为行政院是受立法院监督，然后司法院他也是提立法计划，可是因为他有立法计划，所以他也会受到我们这边，他比你们来立法院的那个次数还要来多。所以呢，监察委员对谁负责？那个副秘书长讲一下。委员报告哈，这个当然刚才钟委员有提到这个各方推荐啊，或是提名然后经过通过的那情形，其实我是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当然我们监察委员有助力规范的哈，助力规范就是说自我约束的这种情形。如果说监察委员就是说啊，这个都就要像委员所说的，没有一个约束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哈，那个副秘书长，这个重点不是约束啊，重点是你要对谁负责，你要受谁监督。约束当然自律、他律都有啊，一定要自律的嘛。我们当立法委员，法官自己也要自律，立法委员、法官或者是监察委员都要自律啊。如果更具体一点来讲，如果说这个监察委员有一些
一夜那个婚期的这种行为，情节是很重大。那当然，监察委员可以对监察委员提出弹劾了哈。监察委员可以对监察委员提出，对。那这我们贯彻这个监察制度以来，有哪位监察委员对监察委员提出弹劾？以前有一个叫蔡庆柱委员呐，大概这个都在立法院询问过哈。有印象，有印象。有犯罪嘛哈？然后经过那个程序。那个是已经到刑事的 程度了啦，是所以好，那秘书长，我给你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当然这个监察机关是宪政上的机关，大概是全世界是我们独创了哈。但是呢，国际上设有监察史的这个国家哦，大概都是有向他们该国最高层级的制度负责的义务了。那向国会来负责的，就是有超过78%，对行政权负责的有4%。好，那当然这个是说他的监察的权限可能不像我们的宪法。是放在一个宪政机关的这么高层高位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因为今天大家在讨论说监察权的存废的时候，我要看看这个监察权是不是有效的运作。我当然也会看到这个监察权，它当然它是可以独立来行使职权，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负责的对象，或者没有一个监督的对象的话，这个权限是会被这个等于是说藐视的啦。所以这大家在讨论监察院存废的时候，如果你们对谁负责这个制度这个方向或者这个权限没有去彰显的话，这个部分是白红就是跨北 key 啦，就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是说哎，你没有任何一个监督的单位，你不需要去负责的话，那你的权限怎么行使？你家里底下有时候就是自己讲的自己开心就算了。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在这届，我想在整个社会的共识上，整个社会的气氛上，或者整个国家要在往前去走的这个步伐上面，大家会来讨论考试院跟监察院，因为跟有别于世界各国三权分立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在讨论这个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来让这个监察权？你得说阿伯，我的主人吼，小红旗啊，我得慢慢查，慢慢查。但是我想，监察委员不应该是这样，毕竟还是有经过总统提名、立法院的同意。那你们在这个过度的阶段，或者是在这个历史的关键阶段，你们要怎么做？我想全民都在看。好，谢谢。委员。我想这个好，我们谢谢周委员。那个时间关系，我们先处理一下那个临时提案，麻烦宣读临时提案。临时提案四案，临时提案一，请监察院于设置人权委员会后三个月内提出相关评鉴规划方案，例如是否参与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进行评鉴，或依其他方式替代之，并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赖香伶等。提案二，自为确保监察院之功能与效率，请监察院于2周内向本会提出调查案件及分案流程细节及相关配套措施。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提案三，自为避免国际误解监察院之职务与功能，请监察院于2周内提报监察院英文名称 Control 院变更之可能性及正确名称。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提案四，是为确保监察委员之专业性、公平性与经验传承，请监察院依实务运作之必要性及效率性，于2周内向本会提报监察委员之积极及消极资格意见。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秘书长对于以上四个提案有没有有任何的同意还是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哈？因为第一个提案呐哈，后面这一段说请监察院三个月内提出相关评鉴规划方案，那我们是希望说在8月1号之后，那个新的委员正式运作以后再提出评鉴规划，因为新的委员都还没有上任呐、啊。
哦，所以要做一些的人权的这种事情的评鉴规划，大概没有办法有实务的资料哦。是不是请我们那个副秘书长补充说明一下？好，不好意思，那个对，那个副委员，我如果理解没错的话，其实这个地方他是请监察院于设置人权委员会后三个月。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是预计大概五月一号，应该是预计了哈，就会施行这个人权委员会就会施行，那么人权委员会就设立，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些幕僚先期准备的阶段，那委员还没有就任，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有关职权行使的问题，必须等新的委员来才会清楚，所以八月一号正式上任，好开始运作以后，是不是那时候才比较有具体的内涵？可以吗？好。就是八月一号，八月一日正式运作后，啊，就人权委员会正式运作后三个月内。好，副，没问题，好 ，OK， 好，修正通过。那第二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第三案。这个名称哦，可能变更我们研究，但是可能要经过我们院会通过，因为这是一个这个历年来的翻译的名称哦，这个变更可能这个是要经过院会的同意。没有，那个秘书长，这个地方只有讲说你提报它变更的可能性而已，并不是要求你要去变更它。哦、对，研究性质这样是可以的。它的变更的可能性，还有你们建议的正确的名称。但是如果确定要有这个名称的话，恐怕不但现任的委员，还有下一任委员，因为快要产生了。大概要有共识或是通过了，我是这样想。是，因为不是我们行政人员说哦这样很好就改成这样，不是这样的事情了哈。好，那我们就讲说是变更可能性以及证券名称的建议，可以吗？可以。啊、哦，好。那第三案我们修正通过，那第四案呢？第四案不可以。消极资格跟积极资格。这个是好像检察法第三条之一，是您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是积极的检察院积极的法的第三条之一的资格条件就有规定的嘛？对，但是那个只是大项的那个积极资格嘛，啊、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专业。检察委员产生的资格，这个我看我们行政人员也不便，也不容易说去定。我们把意见改成建议好了，好不好？好，建议研，但是在两周内提向本会。因为提名在即啊，因为很多委员其实对于监察院的存废很有意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好是让监察院表现一下你们的效率，还有你们根据过往的经验啊？这个因为变动那么大哈，而且这个是实施那多久？这个因为涉及。没关系，秘书长您请说。如果您因为这种事情哈，是监察委员的产生，他的资格的积极或消极哈，这个诸事体大。坦白讲，这个不是我在这里。秘书长，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改成您的建议啦，就是您的建议而已，好不好？并不是说它有拘束力的，但我们毕竟你们在这些共识的意见还是要经过我们。有关的监察委员的会议通过，理解。但是我想民众非常需要知道这个监察院的效率以及经验，前面提到经验的传承嘛，啊，所以如果说怎么样的一个委员呢，他的产生比较能够符合这个国人的期待了，啊，所以秘书长这个部分是不是您需要长一点的时间，还是？是，这个提案哈，我想说，监察院它并不是你们就这个部分向考试院要合一致吗？要合一致、那如果说是要合一致的话，当然你们就是有这个权责来提出相关的想法。如果不是合一致的话，应该是请他们，他也不太
便于表达意见或建议啦。今天那个秘书长他们是一个幕僚单位、事务单位嘛，那是不是说请他们收集各历年来的大概有关于监察委员的积极、消极，这边在相关的一些法治史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整理资料吧？不然他意见跟建议，他也没办法在这边做决定啊，因为这是监察院的合议制啊，他也没有办法在这边代表监察院说他可以提出来这部分的资料。我们就尊重周委员的意见，然后秘书长把它改成就是在两周内收集所有有关监察委员他的积极消极资格的资讯送本会，可以吗？可不可以？我想这至少要我们委员的谈话会有一次的一个表现的表示的，不是你只是收集资料哎，对，那个秘书长，是后期我们收集资料，主席，请林维洲林委员，秘书长，收集资料就是查那个新闻呢，看看历来有什么人有提什么意见呢，请你们的幕僚帮忙收集意见啊，不管立法院的修法意见啊，针对资格啦这些，或是好社会上面的公民团体啊提出来的修法意见，只是帮你帮忙收集，因为你们一定最清楚。历来哈，这个历史里面、监察史里面啊，到底有哪一些人提出什么意见？有没有成案，或是说已经送立法院修法，但是没通过？类似这样的资料收集啦，好，这个请你们幕僚做，不用你做啦。这个报告委员哦，其实立法院在行使同意前，应该立法委员去决定这个事情了哈。那你们。我们当然是我们决定，但是你们帮忙收集资料，因为针对监察院啊历年改革意见，尤其是监察委员资格审查的这个改革意见收集资料，这个有什么困难？一个哦，监察委员的提名是总统职权，我们自己决定了哦。第一个收是监察委员是总统提名的。好，谢谢谢谢秘书长，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哈。那个其实本席其实是很想尊重我们那个监察院了哈，因为毕竟你们在这个领域是专家嘛哈，所以我们才讲说，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委员他都会自己去收集资料了，只是我们担心就是说挂一漏万，所以我们才讲说请监察院本于监察院的专业就这个历年来有关监察院的改革，因为其实外界的声音我会认为监察院也应该听一听啦那当然决定还是在本院嘛，所以那个秘书长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做一个比较中立的机关呢，有一点好像不是有立场在讲这种话。是，但秘书长现在的提案已经修正成，现在提案已经修正成，希望军院呢能够在两周之内完成关于这个监察委员的。监察院的改革意见以及监察委员的积极跟消极资格的这个相关讯息，这个有困难度吗？我收集资料是可以，但是要我们具体表示说，哦，这就是积极资格，哦，这是消极。没有没有，刚才修正案已经那个负担太重了。刚才修正案已经改成在两周之内完成关于监察院历年改革的意见以及监察委员的积极资格跟消极资格的讯息，这样可以吗？说这个哦。坦白讲，这个是有所谓的秘书长价值判断哈，没有牵涉到。哎，主席，总统会，主席，这个消极资格、积极资格，这个有价值判断，这个你了不了解这个的意思？他的资格哈，有所谓消极资格，就是哪一些不行哈，哪一些一定要具备，这个是我们了解的消极资格之。跟积极资格的定义，哎，这个没有价值判断啦，是吗？不是吗？是没有说啊，积极是好的，消极是不好的。今天哦，这个是法律用语耶。如果在做研究因为在座很多都是法律专家，在做研究，我本身也是读法律就是说，
秘书长，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秘书长是不是可以尊重本会的委员，可以吗？那一个月可不可以？就是刚才主席说的一个月，一个月内好，提我们委员知道这件事情。好，好的，那我们把两周改为一个月之内，那我们第四案修正通过，就是、那些方面的资料的收集啦。我们第四案修正通过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询答，接下来请林维洲林委员。好，谢谢主席。关于监察院啊、哦，这个要不要存废的问题啊，我们昨天有开一个那个类似讨论会啊、哦，四个党团的干部都有参与了哈、哦，然后还有一些公民团体，包括公都盟，包括有其他的 NGO 的一些团体，大家都认为说监察院现在这个定位不清了哈、哦，职位哈、哦，职权也不明了哈、哦，那废掉是可能是大家比较具有的共识哈、哦。不过要废监察院，牵涉到修宪的问题哈、哦，它的门槛哈、哦、也很高，所以大家都希望说，在这个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哈、哦，要不要修宪，或是说能不能修宪之前哦，希望对监察院哈、哦、监察委员的职权哈、哦，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啊，他们行使监察权，让民众能够更清楚了解啊，都希望在这个修宪之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了，甚至透过不是修宪的其他修法的这些动作哈、哦、行为哈、哦，能够来提升现有监察院的功能了、啊、哈、哦，大概是昨天讨论哦，蔡宜瑜委员、钟嘉宾委员都有参与了哈、哦。好，我现在先问一下，我已经很长的时间要求哈、哦、监察院这边哦，在还没有废之前哦，是不是可以发挥更多的功能哈、哦？比如说设置儿童监察室，好、哦，成立啊。儿童权益委员会或是儿童保护委员会，因为你们现在现有的组织法里面有七个委员会，但是特别的委员会也有好几个委员会嘛，吼，有包括人权委员会，吼，那事实上也可以成立这个监察院的设置这个儿童监察室以及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有没有进步啊？之前我们讨论很久，你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计划，有没有进度，说明一下。那个是委员，有关于各国保护人权的机制，有设立监察室的，设立人权委员会的，有设立混合型人权监察室，各种太阳这三种形式。如果今天不观察的话，有些设专业的监察室，有些是专业的委员会。嗯，那么委员，您这个垂询的问题已经提过两次哈，那监察也同时给你回报过书面两次。嗯，那么在监察内部有一些讨论，原因就是说，我们当然要考虑我们现在目前的情景，比如说当时我们其实在研究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成立这国家委员会，也许我们的将来的国家委员会里头的委员可以做专业上的分工，是一种考虑的方式。嗯，那当然，你刚刚提到更广，就现在其实有其他的常设委员会做一些监督的工作。总之，这个议题我们可以在国家人会成立之后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委员当中要不要进行专业分工。这个讨论是到时候是监察委员自己去讨论，还是我们那个行政幕僚单位会参与？我们幕僚会收集全世界的情形，嗯，提供。考虑我国国的法律制度，然后提供一些幕僚的意见给委员进一步参考。我们好，所以现在你们那个人权委员会确定会设立了嘛？对不对？确定了。我们希望哈、哦，最少在人权委员会里面哦，有一个专属的一部分哈、哦，或是到时候有专责委员啊、哦、来处理儿童监察室、儿童保护这一块哈、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资料，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部分？因为这个儿童受虐的情况哈、哦、还是没有改善，那这个主要有原因呐、啊，因为儿童也年幼嘛，没有办法自我申诉，那常常发生在家内，
就所以啊，很容易被隐匿了哈。所以这个时候都要靠社政单位哈。检调单位老实讲忙得要死哈，那个刑诉的其他事情很多了，要靠社家单位，靠左右邻居，你才能知道这些儿童受虐在，尤其是在这个家户里面、社区里面的状况。那社政单位通常没有足够的权力了，啊，去处理、去介入，啊，甚至去调查。所以我们才会一再的提其他国家哈，比如说像波兰啊，宪法底下都设这个专属的这个儿童监察室，它主要就是去监察社政单位，然后去针对儿童受虐的情形哈，做主动介入的调查，跟甚至调查到一个程度就送检调，就是去保护儿童要有更积极。好，可以介入的机制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儿童受虐的状况啊。那到今年为止，还是2019年啊，总共到这去年了哈，108年啊，到第三季还是有7780件啊，从0岁到18岁啊，这个之间的哈，这些受虐的情形哈。好，我们希望在人权委员会哈，你们成立之后，里面有专责的人哈，或是说有专责的机制来处理。接着下一个议题，我要来请教的，就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关于这个监察委员，因为要行使同意权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监察委员的资格的问题。请问秘书长啊，监察委员啊，他有在宪法征修条文第7条里面有明文规定，要超出党派，依据法律，有时候没有讲依据法律啦，有时候就讲独立行使职权嘛，哈，你了解吗？好，这个是宪法的规定，宪法本文里面本来没有规定这一句啦。征修条文的时候就加了这个这一句，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背后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说从监察委员职权的行使的中立、客观、公正。好，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了。是，好，我了解的哈。监察院哦，原来设计哦是另外一个国会了，跟立法院一样是国会的性质啊。原来在宪法本文里面的设计。虽然他的选举方式不一样，但是他是一个国会的性质。等到征修条文以后，其实他就变成另外一个独立机关的概念，啊，行使他特有的职权。所以在征修条文里面，针对独立机关，比如说像司法院也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司法院里面明文在宪法里面规定要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监察院到征修条文以后就开始也增加了这一句，跟其他独立机关一样，说要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立法院立法委员会不会写这一条？一定不会啊！立法院立法委员就代表党派啊，代表各政党，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分野。那针对这一点啊，我们认为哦，历年来不管哪一党执政，都没有符合宪法这样子的征修条文里面的规定了。相关的组织法、哈、职权行使法里面也没有来回应，针对说征修条文里面规定要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这一。所以这有一点危险了、啊、你知道吗？你如果说没有超出党派，监察委员没有超出党派，老实讲是违宪的行为，违宪的。那现在我们的提名制度就是总统提名，立法院通过，其实很政治性的、啊、总统就是政党的代表、啊、执政党的头嘛，他代表他提名嘛。然后呢，立法院呢行使职权，立法委员更是每个政党的代表嘛，按照政党比例才产生这些立法委员，就用这些人来提名，用这些人来行使同意，然后到最后要他独立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哎，实在是很矛盾哎。好，那怎么办？我们如果真正的要符合宪法，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那怎么做？在司法院，大概司法院
里面规定的是司法官呢、啊，法官法里面规定的比较清楚，就严格要求是不能参加政党的，不能参加政党活动的。当然，司法官是要靠考试产生，好、哦，所以他考试产生之后，他就明文规定你不能参加任何的政党活动啊，好、哦，那司法院司法。这个法官法是这样去规定的，但是在监察委员这边啊，在他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他这个候选人的标准，职权行使法、组织法里面有规定，但是里面规定是自相矛盾的，要承认过立法委员几年，然后承认过什么直辖市的议员几年，那这个高度政治性的人的资格可以被提名，啊，提名以后你又要要求他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啊，前一年他都可能还在当立法委员，那、啊、结果下一年你说要他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实在很矛盾呐、啊。啊，你有没有什么见解、啊？针对这样资格，我想你大概不会有什么意见了、啊。我是有意见，积极资格、消极资格，你有什么意见？如果说有这个意见，是我私人去想去研究。其实这是公法上很好的一个议题的，在座很多法律背景的人可以去做这个研究。其实好，我们会提出。好、哦，提出修法意见了。提出修法，真正让他可以符合宪法所规定的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我们没有办法现在修法，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组织法跟啊、这个相关的法律里面，你修订他的资格限制嘛？这个我们提出来了。好、哦，大家既然在还没有办法废监察院之前，先要处理这一块了，否则的话啊。陈思梦事件永远会再发生啊，只要这个总统提名的人就要来针对上一任总统不同党派的人他的官司来质会，要调查所有的法官，这个要超出党派，这个要怎么超出党派、啊？委员行使职权，好，也不便评论。好了，你不便评论，我们会提出修法意见委员的意见，但是希望到时候你们不是那个会阻碍修法的人呐、啊，因为到时候一定，因为你们是主管机关嘛、啊，啊，这个机关嘛，所以到时候会也会修法会有你们的意见，希望你不是这个阻碍进步的力量啊。好、哦，谢谢。好，我们谢谢林维洲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我们请郑丽文委员。谢谢主席。这个监察院啊，刚刚很多委员都已经提到了啦，哈。事实上，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能够改革，但是监察院呢，现在其实。某个程度，大家想到监察院，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它是一个政治酬庸的一个机构啊。那么这个政治酬庸的机构呢，它基本上呢，因为是总统提名嘛，然后立法院通过这个同意权哈，那所以说监察院呢，长期以来也很多的争议啊，哈，甚至于过去像民进党一直都是主张说要废除监察院的啊。那所以今天呢，要就教育就是其实三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监委的提名制度有没有办法改革。那刚刚呢，也很多委员提到，我就不再多说了啦，哈，因为事实上监委的组成是最重要的嘛。那么监委如果行事风格充满争议的时候，啊，那当然就会影响全国对于监察院的一个观感了、啊。那另外就是监察院它是独立行使职权，那谁来监督监察院？监察院本身的监督机制存不存在？那譬如说我们像立法委员也好啦，或所有的民选的首长也好啦，我们都是有可能会面对被罢免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创制复决权，还有我们的罢免权等等的。但监察院有这样的机制吗？监察委员没有。那另外，所以接下来就是不适任的监察委员有没有退场机制？那这一些对于监察院它的整个的功能跟观感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刚刚讲到就是说过去民进党长期是主张废除监察院的，但是呢因为要修宪了，那现在呢大家朝野都在推18岁的公民权呢，我们是不知道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要修宪呢哈，因为如果要修宪的话，要不要一并的会去讨论到监察院的存废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监察院的改革啊，刚讲到我们回顾过去监察院呢，其实充满争议的事件还不少啦哈。那么包括我这边做了一个整理哈，过去呢只要是政治人物如果受到监察院的弹劾的时候，我们看到凡是只要是绿营的政治人物，民进党一定会跳出来政治性的重批批监察院是打手啦，批监察院政治化呀等等的啊。那其中呢包括就是说那时候民进党在选举不是有三只小猪吗小英选举的时候，蔡英文选举，监察院是好心出来提醒还不是通过弹劾案只是好心出来提醒说这会有政治现金的问题会有这个选举经费的问题结果没有想到就被民进党天天轮番重炮轰所以后来监察院受不了了才出来开记者会声明，发声明稿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政治操作所以监察院动辄得咎做什么都被轰得很厉害。那更不要讲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有很多真的需要被弹劾的，那被弹劾了以后呢，那还是一样脱不了在政治上面蓝绿之间的意见所以说这个离现在比较近的像管中民案，像曲棍球案那么国民党籍的委员也都重批监察院已经沦为东厂了那其中当然争议性最高的无非就是陈诗梦监委那陈诗梦监委呢，他呢不只是政界的反弹，其实真正更严重的就是整个法界的反弹为了半蓝半绿这种用颜色来决定，然后他等于是找法官麻烦，找法界麻烦，如此争议之言行，甚至于引爆了全面性的这个法界联署反弹那对于他们捞过界了啦，等于是监察权捞过界了，对于独立的崇高的司法界那做这种不当的干预那这一些都引发了很多的高度的争议，对于监察权来讲更是在民间的声望受到很严重的一个折抵那另外就是年轻口译哥那口译哥呢因为出任引起舆论的哗然，对于长期专业在外交体系的文官体系有严重的破坏，所以说呢也提出了纠正，对外监察院贵院也对外交部提出了纠正那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竟然有11位监委都提了不同意见书，那这11位监委刚好都是蔡英文所提名的绿营的所提名的监委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没办法超然因为提名的机制，因为政治的文化，使得这些监委是没有，不但没有超然的行使他的职权，反而变成是在帮特定的政党维势表态表达忠诚。那这一些都是监察院目前所出现的种种的层出不穷层次一直发生的这个乱象，所以监察院到底要怎么样的自己的改革那因为修宪是一个更大层次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不去思考改革的方式跟改革的努力那么刚刚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是马上新的一届的监委就要产生了所以说提名制度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惯例那么透过不同政党比例的推荐提名，那这当然跟总统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总统摆明了要放打手，摆明了要酬庸，那就是把监察制度践踏了那如果总统愿意尊重，真的是彰显监察权跟他的独立行使政权的高度，而愿意来自于不同党派甚至于不同团体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提名，
那我觉得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提名制度当然是有很大的一个改革的空间。那另外就是说，这些恐怕不是你们这个监察院行政部门的人可以智慧的啦，哈。但是我了解了，但是你们监察院，譬如说，有没有什么可以监督的透明的机制？不要再黑箱作业，譬如说，就以立法院好来讲好了啦。我们现在就是全面通通都要透明化啊，然后都要直播啊。那监察院现在也可以，就是不需要透过修宪啊这些。你们事实上内部怎么样让人家觉得监察院不要黑箱作业，接案审案的过程能够透明化，让所有关心的民众都能够去了解。那都能够看到监察院的运作，我觉得监察院的透明化就这一块是你们可以思考的，你们可以努力的，可以真的去在整个议事的过程当中，谁为什么是这个轮到这个监委接案呢？那监委是怎么办案的？有的监委其实很专业很认真啊，就我的长期的理解，那有的监委就很混啊，有的监委是像陈思梦，是带着好像十字军东征要来，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使命感，就是要来打击来赢的这些半绿不半蓝的，他心目中啦，他认为半绿不半蓝的这些法官呢、那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过程当中透明化？那另外还有就是说，重大的审弹劾案，譬如说政务官14等级以上的文官，重大的这个弹劾案，因为你们现在的制度是九名监委嘛，就可以审核了嘛，那像这种重大的弹劾案，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是全院的审查？那换句话说，其实还是有很多内部你们可以想办法去做改革，去做调整。那不要让人家觉得说监察院就是一个大家都想废，可是因为修宪太麻烦，没有办法启动修宪机制，废不掉，所以只好存在的一个盲肠。那既然在运作，那就如同我刚刚说的，监察院虽然有非常多的争议事件簿，可是呢也不乏认真的监察委员发挥了一定的功能。那遇到了很严重的这种官箴的问题、形象的问题，其实社会啦，在台湾民间社会普遍还是期待监察委员能够发挥御史大夫的功能啦，所以在这边，我觉得监察委员啊、监察院啊，对不起哈，贵院哈，你们呢也应该要去思考自己改革的很多的积极的方案，像我刚刚讲的透明化呀、还有是不是应该去严拟不适任的监察委员，也应该要有退场的机制。如果你今天要罢免，要除职他，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是不是这方面贵院也应该要做一些积极的研究，积极的严拟自清嘛？你让做得好的委员也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啊。然后你让那些引起很多的争议、践踏、侮辱监察权，甚至于不必要的引起社会不需要的一种反弹对立的，我们刚刚举到的很多的例子，就这一部分也请贵院你们秘书处也应该要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谢谢。谢谢委员指教，这些宝贵的意见有对于监察制度啦、监察委员职权行使的意见，我们会列入那个修法，或是说我们寻求我们监察委员的共识，尤其修。你们其实也是可以主动提出修法的建议嘛，有关于监察院的改革、我们的。意见会提供到我们监察委员达成共识，我们就进行了这样子哈。谢谢委员的主教，谢谢郑丽文郑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我们请谢一凤委员。哎，副秘书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在筹设监察院，在筹设国家人权委员会，你们现在目前的进程以及是怎么样子？副秘书长他是召集人，请他做一个报告。首先报告一下，因为我们这里面涉及到经费的哈，要申请动用第二预备金哈。那么而且人员，虽然我们法定的这个法律是规定我们可以到57人啊，但是我们请证今年的请证员额是到48人。那这些都已经报在2月份都已经报行政院，但行政院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
结果下来啊，那包括我们房舍的问题，办公房舍现在一直在积极的在争取啊。那么这个是有关秘书座位的部分，那当然还有法规要调整的、职权要调整的这个部分，我们正在研议，应该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提报我们院里面的法规委员会，那希望能够在五月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啊。大概的目前的进度是这样，所以是五月就会审议，然后可是筹设还没有办法成立嘛。我们如果依照原来的计划时程是五月一号这个法能够施行，那但有一些先期的准备人员、一些幕僚就应该要进驻啊。但是目前这个计划啊，因为还要等待行政院那边给我们的一个答复啊，所以目前是不是五月开始，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计划。以上报告。可是因为哦，目前哦。就是相关的人权的问题哦，其实有发生非常多的争议哦。就像现在防疫的期间呢，我们开放健保卡可以查询，就是我们所有出入境的资料、旅游资料等等哦。那现在是一个我们等于是超前授权哦。那因为因应紧急的防疫的需要哦，可是在日前在医院哦，也有发生了高阶的主管去查询个别医生的旅游资料，那他用的范围不是用在就是所谓的防疫需要，而是有扩权的嫌疑哦等等，那你们是怎么样子的看法？如果说这个行政机关有违法失职，那当然要看个案的这个情形啦，但如果是有关于人民来陈情或是成立调查，那当然依照我们检察院检察委员职权行使是可以调查的，但是要看个案的实际的情况了。那可是、哦、因为你们筹设的期间，你们应该要有更进一步的积极的作为、哦、这个跟人权委员会成立是无关，他本来是监察委员，就是除了做人权的事情以外，其实其他的案子都是可以去进行的、哦、啊，其实目前虽然没有成立人权委员会，可是我们的案子里面像调查报告出来以后，有超过50%是属于人权方面的案子，所以不论有没有成立这个人权委员会，其实监察委员的职权行使对于各方各种人权啊各种事情都是可以进行去检查的啦齁，所以这跟人权委员成立是比较没有什么进度上的关系。不过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那如果这些人权的议题跟所谓的国家监察的那个国家的人权委员会如果没有相关的关系的话，那为什么要成立？那我们就是希望监察院可以就我们人权的议题更加的重视、哦、我跟那个委员进一步报告、哦、依照我们监察院的监察资料的来源，包括人民陈情的方式很多、哦、那有的是直接写信过来，有的是写信给监察委员，有的是监察委员主动调查，所以那个大概我们第五届就任以来，人民陈情案件的资料里面超过8万件了哈，啊，那个经过筛选之后，或是说行政处理之后等等，成立的调查案件大概有刚才有报告过，差不多有1800多件，那提出调查报告有1500多件，所以呢，这一个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除了刚才委员咨询的那个人权以外，其实各方面财经啊什么各种问题都有，那这个资料我们去显示，接受人民陈情的案件大概有80%是涉及到人权，经过我们详细的调查以后，提出的调查报告也超过50%是属于人权方面的案件，所以将来人权的案件，我们到时候怎么去分给人权委员去讨论，那是我们内部正在职权变动的时候在规划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人权议题现在都有在监察的哈，就是说有关调查的各方面都有涉及到人权，所以你看调查报告里面出来的结论就有涉及到人权，当然我们人权有指标了哈，公阶级上面，比如说生存权啊、平等权啊、居住权啊等等，那我们有一个指标在看，
那涉及到这一方面人权的就有50%以上。所以平常涉及人权的问题一定是在我们监察委员行使的那个职权范围之内。所以本席还是要就目前因为防疫的需要，我们提供了健保卡可以查看所有人的旅游资料等等，我们希望可以用于真正的就是防疫的功能上面，而不是说让大家可以扩权去查每一个人的出入境资料，那希望能够获得，还有就是希望说监察院也要重视人权，重视人权委员会的设立应该要及时极快的设立哦。谢谢主席。那个委员的意见我们会留工来注意一下。好，我们谢谢谢依凤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何新存何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我们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我们请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我们请庄敬诚委员，庄敬诚委员，庄敬诚委员，庄敬诚委员不在，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我们请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不在，我们请张其禄委员，张其禄委员，张其禄委员，张其禄委员不在。好，我们怎么样？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但是呢，现在本会委员呢，蔡玉云委员呢，他因为交通的因素啊，他来不及登记。各委员是不是没有异议，可以让蔡委员有个发言的机会？好，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发言的时间为5分钟，我们现在请蔡委员异于发言。谢谢主席。那我们是不是就叫我们秘书长哈？那秘书长，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因为去年12月10号，那我们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组织法三读通过，那你们就这样的一个组织法通过之后，你们有做出怎样的一个因应吗？好，报告委员哦，我们有为了因应这一个组织法通过，第六届委员可能要开始行使这个职权的运作哈，我们成立一个筹备小组。那筹备小组的召集人是我们副秘书长，请我们副秘书长说明可不可以？好，好，报告说明。我们这个筹备小组当然一共分有秘书作业组、职权变动组跟法规调试这三个组。对，那因为这个分如将来要如何分工，之前如何运作，这是非常重中之重的一个。那成员是从监察委员里面。没有互推，还是每个人监委都是成员。目前这个小组都是我们幕僚人员，因为一定要先我们幕僚先作业好了、研议好了，那么才提到委员会去讨论。好，那请委员来共同来参与。那你们多久的时间会把它完成？我们目前说是已经开过全部小组跟分组加起来开过12次的会议。好，那预定大概我们最重要是监察法的修正草案，这是最重要的。那有些秘书作业那是跟监察委员比较没有关系的，那个部分我们会按照我们既定的时程跟行政院这边来协调。好，那有关职权变动跟法规调适的这个部分，预计应该在4月份会提到我们的法规委员会去讨论。4月份，所以就是下个月。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接下来就要提到这个我们院会啊，通过以后就会把监察法修正草案送到那大院来审议。以上报告。好，那这一块我们是期待哈，我们希望你们完整讨论后赶快送来哈，那这个立法院这边。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哈，我们监察院事实上在监委哈，这个高凤仙监委哈，他之前有调查一个陈进彩遭花莲县警察局罗织叛乱罪，那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在2018年4月的时候，这个调查报告就有纠正了国防部。好，这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个案呢，却代表了说，你们针对这个个案，你们有同时申请释宪。那申请释宪后，在去年的11月29号，大法官会议不受理监察院的申请，直接把你们哈、哦，直接把你们打回去。那你们在今年的2月17号，哈、哦，上个月而已，不是很久前，你们有发一个声明，然后抗议司法院。好，那你现在抗议司法院之后，你们监察院的态度现在是怎样？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件，这个是因为委员的
提议要速限经过院会的同意送出去。对，那因为司法院基于他们的大审法的规定，他就等于是没有成立嘛，哈。嗯，那当然检察委员对于朱前行使有他的看法，那他的看法我是觉得是代表他们对于个案的一些的意见表达了哈，那大概的情形之下，对，因为高监委很明显他就是因为不成立以后，对，也没有办法，司法院也不会说哦，因此就继续诉限了哦，大概就是表达一个的看法，哎，就是这样。对，我想哈、哦，因为这个动作是蛮有趣的，它是五院之间哈、哦、彼此在做一些权力上的分际，然后再做一些角力的动作。我喜干妈这样的挑战也是很好，所以我对高监委在这一个案件中，他去申请了大法官解释，而且他为了这个案件，因为法律的一个不足。好、哦，那无法让这样一个陈进财去适用到所谓的这一个补偿，哈、哦，这样他受到的一个冤狱的一个补偿，好、哦，所以他这样去主动做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大法官不受理，所以呈现出来就是说，以目前来说，监察院就是没有提起释宪大法官解释的一个主动权，看起来就是这样，哈、哦。结论是这样，那你们接受吗？报告委员哦，其实我们那个检察院申请大官会解释，历来就有好几件了哈、哦，这个资料是可以查的哈、哦。那当然，这个决定权是在司法院。历来有三件呐哈、哦，大法官释字530、621、566。好、哦，那、啊、所以能不能说成立一个？但是大法官也直接跟你说哈、哦嗯，这些解释哈、哦，那之前的释宪解释是在立法院1992年全面改选前的一个过渡做法，所以你干嘛讲黑龙贵气啊？今麦比来开始，伊就是不受理啊。好、哦，他直接说你怎么这个权利啊？那你们要怎么突破？你们要？去游说修法还是要怎么做？你们侦查要有动作嘛？这个其实诉限哦的问题，检察委调查报告以后认为有违宪之嫌，他们还是会提的哈，就申请诉限了哈。那你们监察院就是都不积极啦。就秘书长，我再打你讲，我知你从法治面要怎么去处理这一块。我讲吼，您做不积极的，就是讲您诉限嘛，我们罢请。那你们跟那个。每一个部会都有提出纠正案啊，纠正案人家也不见得会理你啊，不理你你们也算了啊。像说如果在司法院的部分，人民去陈请，然后你们说，哎，审理的过程有瑕疵，所以你也提出让司法院提出纠正案，那人民就你们的纠正案再去提起再审。我之前也有讲过啊，去提起再审，啊，法院还是不同意，还是不同意再审，啊，所以你们就是白目哎，啊不哦，好人民就是放屁安高薪。哦，监察院，既然你们担任了就是说护民官这样的角色，人民权利因为行政权、司法权伤害人民的时候，你们这以保护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啊，结果这些机关不插你的时阵，啊，你嘛不吭一声，不哀一下，啊，无得派的你，你拢无做，啊，所以让人民感觉干战伊就是无效啊，是不是安尼？检察院本身依照检察法是有一定的职权，比如说纠正案，我们叫纠正行政机关，还要改善。他如果没有改善，我们会追到。对，但是你们对司法院的案件，啊、你们提出纠正了，司法院那要之后要怎么救济？他还是没办法，人民还是要回到要说哦，我拿检察院的纠正报告，我来申请再审。我们我申请再审还是不会过啊。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的意见需要。申请那个提起非常上诉或再审的，我们都送给，司法机关去采。对啊，所以秘书长，你安尼想，你认真来想，安尼是无合理。但是哦，安尼我刚才到底是要创啥？但是我们要尊重司法权，他如果说你们不用尊重司法权啊，您白搭。啊，您的启动公尊重司法权，才会让整个监察权被踩到这个踩在地上啊，践踏。这是个案的那个、好不容易有个陈思梦监委要来挑战司法权，啊，结果司法派起来，哇，啊，您救伊啊，我觉得有够无彩。好啦，讲到这啦，我觉得
爱看硬啦，吼、哦，加油啊！好，我们谢谢蔡委员。现在所有委员的发言呢，都已经发言完毕，所以我们的询答结束啊。那在因为委员质询的时候呢，如果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者书面答复的部分呢，我们也拜托我们监察院以及相关单位呢，尽速提交个别委员以及本会啊。那委员如果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然后也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在结束之前呢，我想就是提醒这个大家，就是因为刚才本席有收到关于这个唱名不到的委员希望发言，最主要我们的困难度是因为在立法院议事规则第二九条第二项的地方呢，它明文规定就是登记发言的委员经主席唱名三次人不在场者视为弃权啊、所以很遗憾有些委员今天没有办法发言，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将来在未来还是有，我们会请这个监察院莅临本会啊，所以将来还是会有机会。那么现在呢，今天的会议呢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